今日迄个主持班吼，第二天吼，啊，这节课吼，差不多食饱的头一节课，其实足多人较会爱困吼。啊，无因吼，啊，咱这节课吼，大家较轻松的吼。我会听，恁安听华丽来讲吼，对昨暗听到即阵吼，应该有吸收真多吼。啊，有可能会嘛有人会听到戆戆吼。啊，有人是听啊足兴奋的，因为咱过去台湾这六七十年来，咱所过去所读的教科书吼，大部分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读愈快的人一直认为讲奇怪，历史都毋是安尼吼。真侪人来遮初级班拄啊读完了，拢有这个感觉，啊，会感觉讲哦，原来这是真的。吼，啊，过去教科书所读的是假的，包括这边的课纲微调，恁知啦吼，课纲微调。是不是高一个高中生就一直在抗议？啊，这课纲微调内底有一个主角叫做王小波，王教授吼。啊，恁敢知影王教授？这个王小波伊真正的身份是啥？啊？副主席？中华不是促进会议，是一个党，中华统一促进党啦吼。啊，伊是副，伊是副主席啦。啊，主席是像小瓜仔啦吼。好，安尼因编的教科书无，咱个囡仔读安尼敢对？难怪迄个囡仔有一个林冠华吧？林冠华前礼拜伫邦桥殡仪馆出山迄天哦，教部无一个囝仔教，无负责任。伊当初是咧抗议时，看因老爸老母干嘛？讲你囡仔人唔读册，干阿伫遐咧，伫遐咧抗议者吼。伊讲哦，等伊死了，因老母才发觉讲，确实是咱大人去互洗脑去，唔是囡仔。人囡仔拢有迄个网络好查吼，历史绝对唔是因看安尼吼。包括因即摆要改当啊，咱即几十年来，咱的迄个每工咧听哪里啦吼？敢有看到光复节？台湾敢有光复？无嘛吼？但过去咱常常有看有光复节，即摆是拢无去啊。但伊即摆要去啊复辟啊，要去变成讲咧台湾要有光复节吼，就无要紧吼。咱大概小可知，因为咱就是台湾人，啊，咱拢唔知影台湾的历史，真可怜吼。尤其是咱所读的拢假，啊，即摆因为加载有即个台湾民众有足侪物件，互咱了解，有足侪包括美国啊，等足侪解密档案的影片，互咱有六七个。拢乌白流影吼，啊！恁若送咱的官网吼，咱的官网吼，咱叫亲戚朋友送官网去看，绝对袂使拍中文、拍中文的，袂使拍台湾民政府哦吼，这恁敢知？那拍台湾民政府，那送点上去哦，就会跑到中共那边，中共那边也是一个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咱要讲讲，一定要讲网址啊，所以网址应该知吼，咱的红色的车牌，对起平东乡两里，永去里文两排。USMG TCG 哦，那你网址就是这个啦。这 USMG TCG 点 NING 哈、哦，因为那你申请哦，应该足多人拢提了申请，我开关一下，好，谢谢。那你申请后边哈，马下 USMG TCG。好、哦，那个是我们的网址啊，上那个官网去看，就会有很多资料、很多影片。啊，我今天要来讲这个故事吼、哦。在1945年的8月16日，8月16日，1945年的8月6日，迄天下早时11:02，美国是不是搞一条原子炸弹弹落日本？两天后，佫弹一条在日本导航嘛？但是咱台湾呢，伫1950年的8月6日迄天，同款啊，有出世一个无同款的囡仔，哦，这个囡仔真巧。啊，大汉了呢，就是咱今天要讲的这个林志升博士的故事吼、哦。这个博士呢，伊真会读书，所以呢，十几年前呢，伊走去中国哦办学校，伫中国四川哦重庆成都底下办学校，啊，学校办学校办了袂歹，有赚钱，有赚钱了，伊是一个大商嘛。大商在中国有赚钱，乌道就个啰嗦个恐吓要提钱啊吼！伊当然爱好伊，因毕竟出外人嘛吼。
那地道呢，就是政府共产党，伊感觉这学校袂歹，伊想要甲食开，要哪甲食开呢？甲劳资罪名，乌白甲定罪，甲掠去关，啊掠去关了，关偌久放，放出来了，搁甲掠去关，到尾啊吼，甲关几落摆啦，到尾啊，咱这林博士伊发觉情形不对，哦，这阿强啊，真恐怖，这若无走吼，性命休矣了。所以以前甲伫中国遐学校财产应该才六七亿个台币，断掉，想尽办法啦，透过各种工具、各种方法哦，逃命3000公里，差不多七八天的时间，拢也无困落，无好食，无好逃命。再来个福建海边啊，要安怎转来台湾呢？请一台渔船啊，要转来。哎，啊，渔船啊，船老板甲讲，哎，林先，你爱穿一，你爱穿护鞋哦。伊想奇怪，坐渔船爱穿护鞋哦。伊正常听伊话，穿一双雨鞋，连上船。结果咧，迄船老板甲载到一个小岛的边啊，甲讲哦，林先，你撩水落去，啊，我要走啊，爱着酸，遐就是金门啦。啊，所以当林先伊撩水了，头一骹落落，飞起，咱大拢知。雨鞋全黏在海底啦，伊全真个烫正脚行路啦，撩撩撩撩来到海边啊。掠到海边吼，伊个脚底伊讲鞋脚吼，伊讲拉个海边吼，足侪垃圾物件吼，互擦到规脚底全伤，千疮百孔。啊，行到要体力嘛真忝，因为逃命即几工拢也无食也无困，精疲力尽，足忝的。然后行到海边的时阵，海边有足侪铁枝啊，一支一支的铁枝啊向外海。以前摸着铁枝啊休困，然后发觉讲，哎，伊个手机啊已经有信号啊，前夜来靠伊台湾一个朋友，民意代表。甲讲我即摆伫遮毋知，啊！迄阵天色渐渐咧暗啊，因为我头前只小岛哦，拢无电话。那后壁呢，电话有较侪、较光啊。迄朋友甲讲哦，林前你莫阁行，这是金门。你头前是金门，后壁应该是厦门。但你若经过这个铁枝啊，后壁哦有足侪地雷区，迄包死个袂使阁叮当啊。你伫遐莫叮当，我叫金门个派出所吼去甲你找，去甲你救，叫迄个林保书记伫遐等。等真久也阁无来，啊海水一直涨个啊，伊是用当只只无路走啊。头前地雷区，后壁海水愈来愈悬，要安怎嘞？以前冬天就说，伊讲我如果若无死伫金门啊，若我安全转去台湾，我这下半世人一定要替台湾人人民拍命就对了。果然，伊安全转去台湾了吼，去警察找着，吼、哦，伊是头一个啊，偷渡转去台湾的台商啊，是偷渡转来呢。哦，就是是偷渡开平，还是偷渡过来吼？当我到台湾了后，伊开始去研究这个国际法律、世界战争法。当伊读完这挂法律了后，才发觉讲哇，原来啊，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伫遮。所以咱今仔有这本《新台湾论》哦，大家一定要看。足侪物件拢伫迄本内底，迄本啊读个煞吼，已经是博士级别啊。伊发觉这个问题呢，台湾为了出路要安怎行呢？以前底下左思右想哦，想微博，到尾咧，伊想出一个方法出来啊。哦，伫咧2006年呢，这林博士啊，伊就带领228个台湾人啊，去控告美国啊。为什么专门要凑到228？伊台湾啊，当时是发生一件惨案，228惨案。到即卖也未解决，包括即卖囡仔嘛拢知228呢，大人嘛知，阿囡仔嘛知，较早大人知唔敢讲，叫囡仔人讲唔茫讲，有耳无嘴听着。那即卖囡仔嘛讲，大家拢知228啦，我知道啊，无你甲问足个囡仔，228就是可以放假一天啊，好，伊拢知安尼尔，啊，所以咱足个真相被掩盖吼。所以这林博士呢，伊带了228人去控告美国，头一件代志就先控告美国总统。叫做美国总统哦，违反人权，美国是人权之国吼，啊，总统是美国总统，是世界总统，伊甲控告讲你违反人权了，好，结果甲告了呢，伫2006年的10月底甲告哦吼，伫过两年，美国人就送咱这个旗啊，啊，这个旗啊代表啥？因为美国人真奇怪，也毋知告赢告输，甲咱告了，甲告告无几个年，伊就送咱这个旗啊呢吼。这个旗啊，你要给台湾人讲哦，这外号红色代表日本的国旗哦。咱知，大家都知，日本的国旗是规拢红色的吼。那你国旗内底呢，
有包台湾甲澎湖，表示要甲台湾人讲，这个土地属于日本天皇的啦。哦，那中这个大陆星呢，代表美国的军事占领。咱大龙在伫1945年8月15日迄天，日本天皇投降了，就是美国打赢嘛，就是美军打赢，所以这是台湾这个日本天皇的放弃台湾甲澎湖的土地使用权，就是土地管辖权呐、啊。另外，美国去用，故事就是安尼来吼。啊，外口有六个星呢，代表台湾规划为6个州，6个州。啊，6个州有50个郡，啊，这种规划好啊。过去咱这呐，咱这刚好超过71岁，有吼、哦？哦，这多吼、哦。当初是恁出事，就是大日本帝国啊，日本时代出事的。1945年9月2日之前的吼、哦，过去日本。当地台湾时，台湾是5个州啦，吼、哦、啊3个厅，较早有花莲厅、台东厅、宜兰一个平湖厅，啊5个州尔，但是咱即摆规划为6个州，吼、哦。这其他你也想哦，美国人咱个过无几个，伊就送予咱，可见大家想看嘛，美国人传遍遍的蛋蛋呢，一知影台湾人民有一天一定会清醒的，所以传遍遍的蛋蛋。既然台湾人开始个过，伊知影台湾人知影。这机啊，就上来了吼。那过两年呢，伫咧2008年的2月里呢，咱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，这台湾在吼，这就是咱家中央会馆，这伫外口大门口里边。划分的6个州就是台中州、台南州、高雄州、宜兰州、台北州、甲新竹州。咱家的新竹州吼，新竹州就是伫新竹以北啊。那三连埔、淡水和宜兰，这拢在新竹州。过去有宜兰州，无台北州。哎、欸，有宜兰州吼。好，那隔一年呢？2009年的4月7日，就是6年外前啊。美国联邦法院判决台湾人过赢，美国啊，他放弃抗辩权，就是讲啊，恁过赢，但是我无个反驳啊嘛，放弃抗辩权哦。所以美国国联法院判决这5条呢，伊讲啊，头一条讲64年来啊，本土台湾人是无国籍的，我们是没国籍的。第二条。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，伊要甲咱台湾人讲啊，恁无政府啊，台湾人讲有我那无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政府啊，安尼听好啦吼，中华民国毋是咱的政府啦，啊毋是咱的政府，咱为何退坐边，会纳税金而已，这是唔对的吼。第三条判决吼，本土台湾人如今也生活伫咧政治联合，干那地界啊，政治联合干那地界，啊其实台湾人哦真可爱。台湾民族哦，参全世界民族拢无共款的。台湾人民哦，真高义，哦啊真勤俭，真打拼，啊足有名的，可以适应哦任何恶劣的环境，那是无吼。过去李秀莲有讲一句话哦，讲台湾人在被温水煮青蛙，相信足侪人捌听过。啊，温水煮青蛙哦，就有人个专家做者研究哦，做者实验吼，就是讲一口鼎内底哦，甲放一挂冷水落去。啊，青蛙甲蛋哦，啊，青蛙会足欢喜，哦，内底有水，伊就猛游，你知哦？哎，啊，叫来，迄、那个试验的人对下骹用迄个茶哦，用慢慢来喝，慢慢来甲行，慢慢来甲加温。啊，这个青蛙感觉哎呦袂歹，拄则是冷水，即摆变温水游泳池咧，吼、哦，足舒服的。当伊温度一直加悬、加悬，加到60-70度时阵，这青蛙已经适应一切恶劣的环境啊，伊慢慢来适应，参大人同款。虽然温度较悬，变作有较热，迄只青蛙哦，干了啊，出者，哎，袂歹，佫会再忍耐，佫受。当伊发到讲80-90度，想要走的时阵，已经走袂去啊。叫做温水煮青蛙，台湾人就像安尼吼。所以真侪人讲政治能力，叫佮咱伫地界，足侪台湾人讲无啊。我感觉即摆也会当过啊。我就是我咧讲，即一步一步讲撇开，还佫唔知。那第四条咧，美国国联法院判决啊，讲。美国因家己的行政单位哦，爱主动来帮助外国，哦，就是咱台湾人吼、哦。那第五条判决呢？台湾呐、啊，目前还佫伫咧美国军事战争当中，哦，这就是迄阵伊判决这5条吼，等下有详细解释。过来过两年呢，2010年呢，9月份，咱台湾民政府伫美国华盛顿地区的一间四季酒店哦。举行一个庆祝酒会，你甲全世界人讲，咱台湾人已经醒起来啊，咱已经有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啊，哦，你也要来换台湾的政权。当时美方呢，就委托台湾人拿回这两幅
土话，哦，就是对平这两句哦。这美国人送来的，伊讲这两张图你提顶哦，秘书长看，伊一看就知影什么意思。这呢，其实这两张图呢，参拄只迄两支迄支旗啊，同款意思，消息历史美战。因为这个叫做二重桥，那伫这边安尼行过了，哦，内底是日本天皇的皇宫，足大足水的，哦，所以伊要甲咱讲，台湾这个土地也个属于日本天皇的，唔是日本国家哦，是日本天皇。台湾朋友，包括日本所有土地，拢属于日本天皇的一个人的，绝对唔是日本国家的，这个人啥无吼。那大龙知影，杜平这是美国总统，所以叫做历史美战。所以回来了，必须等个咖喱的，这有写无？哦，咖啡厅应该有写，有写四字历史美战，参迄个台湾民政府这个临时国旗同款，一模一样的同款意思吼。后来，啊，我今仔要来解释讲，美国高等法院判过这五条啊，伊判过头一条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的，世界人权宣言哦。第十五条之一之二写得真清楚，每个人啊都必须要有国籍，就好比一个国家里面每个人都必须要拿身份证，同款的道理吼。你若无提身份证，会安怎？你敢知？这个政府啊，无法当甲你扣税金，吼、哦。啊，做歹代志嘞，这个政府无法当甲你处罚。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，但是嘞，国籍法啦，必须要符合下面三个原则，哦，这世界。国际法写真清楚哦，第一爱意愿，第二自愿，第三叫做合法。下面有这意愿呢，因为全世界有几百个国家，咱每一个人拢会使家己个想法吼。我想要当哪一国的人都可以，那叫意愿，要先有那个想法。再来就是自愿，自愿的是啥？爱家己去办证件，袂使讲骗，阿嘛袂使比别个。哦，那第三就要合法，就要合，你要。到哪一个国家，你要符合各国的条件，哦，比如讲，我想要做日本人拢会使，我要做中国人嘛会使，我要做非洲人嘛会使，我要做美国人好。假设我想当美国人，我要先有想法，再来嘞，我要去想办法去拿到美国的绿卡，哦，这头一步，摕到美国绿卡了，也可不是美国人哦。你拿到绿卡以后，要符合美国的法令，就是说，你个人拿到绿卡那一天开始算。五年来啊，我个人要在美国住满两年半哦，就能够到美国的法院哦去考试，去宣誓讲我要效忠美国人哦，美国政府，才能成为美国人，就是合法。那我今麦要来讲自愿哦，咱台湾知哦，咱台湾人哦，当初是日治时代的建设了，1945年85日本投降了哦，住伫台湾这个土地有。648万人，648万人，但是当然有内底有48万是日本人，哦，啊，所以因讲在等日本。其实啊，这48万内底也够有24万人哦，是伫台湾出世的呢。你敢知？即马上少的七十一岁，七十一二岁拢是从迄阵伫台湾出世的。因统称叫做湾生，或者伫台湾出世的日本人叫做湾生。哦，即马。前几天我看足侪新闻吼，足侪湾生的日本人吼，即卖上少的，迄天我看一个大姐73岁，千里迢迢伫日本坐飞轮机登来台湾，创啥？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伊的出生证明，因叫做湾生的嘛，因伫日本无伊个记录，所以即24万人即卖毛足侪人已经来不及啊，因为有诶真侪岁啊，啊所以因迄阵留伫台湾啊，剩600万本土台湾人。就是咱拄则有亚洲的即挂东西，超过71岁啊！迄时阵恁出世的时阵，的国籍叫做大日本帝国。结果咧，伫咧1946年啊，正月12日，老蒋的伊违法做一件代志，就是甲咱本土台湾人吼，一夕之间，大家拢来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有无？啊，迄阵时阵领，恁就是中国人啊！伊并无甲恁问，你们要不要意愿要自愿？而且也没又违法，所以一大家拢来领这种国民身份证，一夕之间，所有600万人口全部变成中国人，变一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啊。确实，在1949年啊，3年以后啊，国共内战，中华民国被消灭了，所以对的时阵开始就没有中华民国了。啊，大家拢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难怪吼。
美国高等法院判官哦，六十四年来本土台湾人是无国籍的啦，还有趣味吼。从大日本帝国变成中华民国，三年后变成无国籍，历史就对这开始讲吼。好，那即摆看美国高等法院也判官第二条呢，伊甲咱讲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社会承认的政府，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是假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地号在蒙牌，这种蒙牌其实伫中国真济呢。老一个阿强阿祖，伊跳到要甲国民党讲，恁已经死啊，中华民国已经死亡了。所以咱台湾知吼，即伫南京，咱伫南京迄边吼，在西元1912年，在孙文、孙中山，他是不是推翻满清政府，成立了中华民国？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，却是在1949年死亡的。所以即个叫做纪念碑，阿强阿跳讲做的。过当年啊，老蒋诶。伊伫1950年过当年，走来阳明山，伊伫阳明山要上任的时阵，伊对伊的文武百官讲一句话：“哦，我们中华民国啊，到去年1949年了，有无？终究随着大陆的沦陷已经灭亡了，我们今天啊，都已经成为亡国之民了。”老蒋会家讲的啊，但是咱所读的教科书拢唔知影对无？所以咱读的教科书拢是假，在咧骗的。咱住伫台湾这个土地，咱唔捌读台湾的地理历史，咱拢唔知，伊无有人知，伊是拢讲中国几千年、几千年，乌白讲无五千年啦。包括因即摆家己中国的人咧研究讲，哪来五千年？对不？无，绝对无。所以你也想吼，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灭亡了啦。这个新闻、这个故事、这个画面，李敖，因中国人李敖吼，李大师。一直电视讲，那超过十摆，无人敢反驳啦，表示这是真的嘛吼。过来，第三条破解是毋是讲本土台湾人如今啊生活伫咧政治联合，大家拢无感觉呢？什么叫做政治联合？这20年来啊，男女恶斗非常之严重。吼啊，制度选举的制度无合理，博赢博输，大家拢有钱好分。这是政治联的其中一环尔。我即摆举个例子啦吼，对每年咱逐年拢有咧选举，有定定咧选。连个选举长、连个代表、连个县长、连个立委、总统选举，逐年有咧选。啊，选赢选输，对里长以上哦，不管选赢选输哦，一票拢会当分当个30块。这真常知呢。我前几工伫彰化咧演讲，有一个里长，伊嘛做过代表。我讲伊讲啊，一票30块我知啦，但是后壁伊就毋知啊。政党票一票200块伊就毋知啊，伊讲伊真正毋知，伊家己参选伊就毋知啦。一票30块呢，你就以上一票30块，选赢选输用的当领导转来。来，我怎啊举例哦？顶一年总统选举，卖去的投票率是不是689万票？对不？其实伫选前一个月，必须你就知啊。美国人就甲必须你讲啊，这边串门的输80万票，有恐怖无？前一个月开出来，真正要到80万票，79万8000几票，来。卖去投票率的689万票来讲的，一票30块。所以你要看卖去领到2亿外呢，有好赚无？一选赢过领2亿外呢，啊卖去选2摆总统，2摆台北市长，市长的票咧开拢差不多，领到拢差不多2000几票，对吧？2000几万，这边柯文哲是不是甲2500万关在？迄个是一票30块的啦。哦，啊卖去一选2摆总统，2摆市长，所以一条钱总领5亿外，拢无报销，啊无甲中华民国报销报税。嘛无甲美国报税，所以美国人要甲掠这個，哦，做一个嘛一年干，要甲掠这条，伊后要错是。那错的门是选输，609万几票，无要紧，一票30块，伊买当领1亿8000几万呢。这错的门的钱啊，这合法的啦，第一落地啊。啊，即摆还未开完呢，会讲遐好开吼，3年外尔，还未开完呢，要去算啊，要去分啊。那宋楚瑜的票较少，伊领1500万尔。在这边，伊嘛想要去出来分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知吼、哦。为何这摆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总统选举，恁敢无感觉足怪吗？大家拢有吼、哦，啊，唔知那怪听无吼、哦。我顶礼拜是去台北分局参分局长、参副分局长、参因的组长开讲，伊讲对哦，今年的选举内感觉足怪，啊，到底是怪倒？我讲因为阮的关系，台湾民众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有简单甲伊解释，伊后摆要找一段时间专门来听这课。因为啊，
朱立伦是国民党的总书记，伊若讲要选，无人敢什么钱呢？伊是第一顺位，为什么伊唔敢选？伊袂使选的啦。一票上来，靠现在不嘛只能赢，那也无赚，这个合法的呢？啊，唯有王金平的无啊。因为朱立伦大家拢在听，差不多顶个月我嘛看了一个新闻哦，美国 CIA 啊，伊发布一个新闻稿，伊讲朱立伦是美国 CIA 在台湾被保护对象三个人其中一个。所以伊袂使选的，伊知影台湾怎要执政啊？那王金平因某伫咧半年前啊，有去咱高雄，就甲咱的高雄同心问王金平因某讲，啊恁操当时啊，咱高雄同心讲，操了你对，嘿，所以王金平袂选你看无？出个黄小柱伫遐拉架个，选举要团队大家袂选，这是个人了，个人票一票三十块，那政党票你来看吼，一票是五十块，啊乘以四年，所以一票等于是两百块啦。啊！咱大家拢唔知呢，各位，咱大家拢我看，大家拢绝对不登个票的。咱去登一票，咱来开230块呢。全世界无这个设计呢，所以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讲这是唔对的。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是安尼设计，这个抢人民的钱啊，那骗百姓啊。你要想哦，一票50块，所以呢，乘以四年等于一票200块。你来看哦，中国国民党足好个呢，伊个当选是足多全世界上好个政党呢。但是直接证明一句话，钱哦，真正无人咧嫌多，你有看？叫咩？11亿7000万，哦，中国国民党，那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咧，伊领9亿外，难怪民进党咧有钱，逐年选举有钱啊！来，台联的呢，2亿外，亲民党1亿4000万，绿党、新党下口有足侪党，足侪党呢？中华民国的架构底下，目前即卖上少还阁有268栋，这个栋咱连听也捌听过。啊，即个咧政治任意，啊，台湾人唔知。有爱台湾无？有，当家。啊，有爱中国无？当家。啊，剩咧，伊讲两个难民国，啊，我就选第三个，就拢安分了了。啊，台湾人唔知。啊，台湾的投票率哦，要特别高，因为因只讲底下蓝绿二道，底下政治操作。台湾人嘛，同款，足侪人唔知民进党是啥，你知？讲民进党是台湾人家己的政党，真侪人是安尼。民进党哦，伊个全名叫做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，伊是蒋经国一手伫因个家己个餐厅、盐山饭店创立个呢。伊是为着要交代美国人讲，不能只一党独大呢。一党独大当然是讲国民党咧换政府嘛，无人啥物，无人啥物竞争嘛。啊，国库一定赚。党国啊，党国趁因兜个成果，就是改搬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成立一个民主进步党吼，叫做政治联谊，其中就完了吼。那第三条，美国国联法院判决嘞，第四条是毋是讲美国个行政单位啊，他必须要自动哦去协助原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相片嘞，这个影片就是去年个9月17日啊，咱伫台北啊，一个。世贸边啊有一个国际会议厅吼，咱台面上伫遐咧开会，所以美国大官来咱见面正常诶。你要看吼，这个斯卡特，这美国大官吼，伊是美国前司法部的检察副总长，啊，伊落任了后咧，经过美国奥巴马的任命，美国国会通过专门处理美国海外代志，所以因为犯伊判决落去啊，因为大家拢知美国它是三权分立的国家。一司法是独立的，吼，一独立的。一司法单位判决了了，你行政单位一定要来执行，所以伊专门来处理美国海外代志，健康来咱们居民吼。包括呢，军方嘛，赶快哦。美国它是司法独立哦，它判定第四条、第五条，就是告诉美国人，他们要去执行。伊讲台湾目前还佫伫咧美国的军事歼灭当中，但是。台湾并无看到美军了，安尼袂使。恁美国人爱，你美军爱派美军去台湾家己搞，因为迄是咱用的土地，吼、哦。所以他一乖乖派兵入来。所以美国的军事政府啊，叫做 USMG，US 代表美国 ，M 代表军方，那 G 呢代表政府。所以美国军事政府他已经成立了一个 TCG， 就是台湾人民政府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这个政府吼。哦要来台湾执政权嘛？但美国军事政府哦，它也是依据国际法律、战争法，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
各位，因为关注政府所依据的，咱们林志兴林博士所读的拢一模一样，国际法、世界战争法，哦，你不要执行吼。来，其实伫咧六年前啊，美国国定法院判决了了，当时有三个方面，一二三吼，三个方面咧证明这件代志。第一，就是美国啊，伊支持本土台湾人哦，赶紧训练四千名官员，要来接政权。咱大家拢知，我们要四千名吼，为何要四千名？你敢知？为何？美国支持的，但美国他依据什么？其实我讲吼，当初是李楚桥来建设了，但伊又抓部队先来台湾接，吼，接日本兵，台湾的日本兵投降。当初是但伊伫中国抓一千名的中国来台湾换政权，拄啊抓一千名。迄阵台湾人是毋是六百万？六百万，所以伊抓一千名来就我当换嘛，我当管台湾人嘛。啊，即马台湾人是毋是才两千三百，才四百？啊，美国人真简单讲，啊好，安尼恁准备四千名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啊，但是啊，其实咱对六年来六年前的伫遮哦，不管透风落雨，不管过年过节，咱拢唔拜休困。每个礼拜五到礼拜天五六日，拢唔拜休困。所以今日看足侪新朋友哦，足侪好，足侪勇敢的台湾人哦，来遮听这个，来遮了解台湾民情哦，正确的。所以今日假设我讲这课吼，好新人一听就知讲，原来台湾民情就是安尼的由来。好，这是百分之百真的。那至于法理伫新台湾论，过来咱的国际班有职前训练，有足侪训练，大家拢要注意听，做笔记，然后啊，会当带随身碟来遮扩资料，所有资料拢会当扩登做来看，即会当了解吼。即摆四千名其实得要到啊，会用讲得要到啊，吼啊，但是也阁有机会，没有机会的啥？咱即摆吼，一定要足侪人才出来嘛吼，毕竟这四千名是好在一阶主管呐、啊。那不是坐在遐办公的呢，那是监督单位，所以一定要有足侪专业吼、哦，啊，一定要有一个政府内底一定要有老中青吼、哦、世代交替，啊，所以咱这吼、哦，大家拢是人才，啊，只能鼓励恁兜下迄个少年啊出来，吼、哦，少年辈啊，二三十岁啊，三四十岁拢无用，十外岁只要大学毕业拢会使啦，来遮训练，因为咱拢有岁啊，连工来换政府无偌久，哎、欸，一个一直退休。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少年爱开店，吼、哦、啊，尽量鼓励少年爱开吼。头一单位呢，就是美国支持咱本土台湾人赶紧训练这四千名官员要来接政权吼、哦。第二单位就是美国执政兵吼、哦，咱大家拢知美国啊，美国它的国家袂歹，哎呀福利袂歹，所以当初是足多人去美国佚佗，去遐读册，拢预期跳机袂瘾转，袂瘾走，伫美国乌白米。有54种哦，非法拘留在美国的。美国讲过，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头一摆做这个代志，弄出来非法拘留弄出来。我要给恁机会，因为他要急的要征兵。他从18岁以上啊，35岁以下，不管查甫查某，拢会当来报名，来提前效忠美国军事政府。如果呢退休退伍了啊，你讲免币啊，全家。每个人跳过拿绿卡，不用再拿绿卡了，直接成为美国公民了。美国人头一摆博得多了，因为政府，因为司法单位判过来了，判过来了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当中，因足关键的，所以急着要征兵。哦，35岁以下、18岁以上，不分男女，只要会这两种语言，第一基本的一定爱要英文的，哦，英文上基本的。第二啊。至少要会听国语，哎，听国语在哪吼？台湾的，台湾国语啊。如果我们讲这种话，在中国那边，他们叫做普通话，所以他至少要会听国语的，表示他真的兵一定要来台湾。所以其实美军基本拢在台湾啊，足多，但系有足多证明，我你看吼。这是美国的集中兵。那第二嘞，第三个当然美国啊，安排中国国民党。与中国共产党完成和解，并哦赶快哦建设金门、马祖跟平潭岛。大家知金门跟马祖，金门跟马祖是1949年国共内战的时阵，啊，中国并无完全拢占去，规个中国都占去啊。敢若像金门、马祖是因兄弟在管的，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他们现在所管辖的土地范围，只有剩下金门跟马祖，但是金门跟马祖因调袂落来边呢。所以，因兄弟要上一只平潭岛，
两岸共同管理啊！吼，等下有足侪新闻拢挂出来吼。来，这個、新闻吼，2010年吼6月份，美国啊安排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和解，因为毕竟伊是兄弟啊。当初是1949年，老蒋讲太无死，走路来台湾。即摆美国人要叫伊转去，要安怎呢？是毋是因的恩怨也未解决咯？美国人要叫伫台湾的中国人转去？势必一定会讲台嘛，所以先安排因兄弟仔和解，迄是正常的。所以迄阵曼谷拄啊上任了，讲要参对我签一个《一个法》，《一个法》啦。伊讲这《一个法》啊，签了台湾的经济都发起来有无？但是敢有？7年前啊，真正台湾人就是被温水煮青蛙呢。即卖生活是比7年前搁较艰苦呢，一日比一日较歹过。但是因政治人物啊，拢无差，大家嘛足好过。就是政治联姻，大家有钱分吼，所以何解你啊签署一个话，这是一个幌子啊吼。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有无？电视大家拢看吼，伊在安排因两个何解嘛？啊，尤其是在座查甫，咱拢做个兵，咱过去伫军中互操到要死的，就希望有一天要对抗一个敌人啊。迄、那个敌人绝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人，叫做共军嘛。啊，中华民国的国军唯一的敌人，首要敌人是共军的。为何因会去统统成为中国军？所以咱来把这个物件了解了清楚了，才知讲咱台湾人真正讲变70年啦，足可怜的。咱不应该退伍做兵，但是无要紧，即摆美国，咱台湾人过赢了，美国的法院他必须要处理。咱最近啊，今年伫2月28，佮正式去告中华民国违反国籍法，应该伫差不多11月啊。10月底，到11月，美国法院一定判过来，咱100%赢的啦。所以因传了，因传这6年来看哦，他们这6年来一直在准备要回去呢，足侪证明吼。这是头一条吼，先和解，所以因拢兄弟啊。过来，福州的新闻哦，地方新闻你看，美国跟中国安排 ROC 中华民国吼回归中国福建平潭岛，平潭有无伫遮？两岸共同管理啊，这句话做着台湾人误解啊，因为伊讲平潭岛伫遮，离新店68海里尔尔，金门伫遮，按妈祖伫关岭遮，平潭岛伫中，因为讲是台湾甲中国两岸共同管理呢，所以做着台商拢去遐赴死啊，去遐投资无人赚到钱啊，大家输啊，台商去平潭岛啊，救援真多，惊因遐犯伊，惊十惊犯伊吼，去惊十惊吼，够惊输啊，台湾人够惊输啊。哎，嘛阁赢一件对无？加在阁赢一件，迄件判台湾人赢无错，但是无钱好摕，啊是毋拢输？所以伫迄几半年前，台中市有足侪车队伫遐抗议无？抗议胡志强啊，鼓励台中市民去平潭岛上市啊，就是安尼吼，两岸共同管理。过来，所以3年前诶，平潭岛基本上建设甲真水啊，啊叫一条跨海大桥吼。平潭岛是台北市的1.2倍大，伊过去啊是一个小渔村，应该未超过30-40万人尔，拢住啊百姓。人讲平潭啊，只长石头啊，不长草，哦，是一个真歹大所在。但是即摆吼，为着因遐你还要转去吼，金门伫遮，妈祖伫关岭遮，阿妈金门甲妈祖，美国人有甲咱讲哦，伫台湾的中国人哦，差不多估计啊，300-400万的中国人。会离开台湾，会等于住伫金门干嘛做？啊，住袂落乱哦！阿强会惊呢？阿强啊，为什么会惊？阿强啊，是毋是足歹？但是阿强啊，足惊国民党迄支嘴。你若一个所在哦，住一个国民党，伊就甲百姓塞弄。恁遐一个咧强山足歹过，甲逼。你看人阮台湾十四民族哦，大家伫街路有言论自由咧，马总统拢无来钱咧。阿强啊，伊个病倒袂。所以当初是胡锦涛咧做国家主席，伊发觉讲金门干嘛做，住袂落。啊，到袂了面啊，上一个平潭岛，讲我们金门马祖啊，跟中国我们两岸来共同管理，共同开发，哦，就是安尼。所以3年前呢，平潭岛起啊真水啊，即摆会当住600万人口啊，哦，这是一般的百姓要住尔。啊，因为行政单位哦，通通会设在金门跟马祖，啊，中是平潭岛是百姓要住的。啊，伊叫做海关，啊，叫我们甲国民党的人关伫遐啦，好、哦、来。所以3年前有一台海峡号已经走台中港走3年外哦，这台海峡号来回船票6800块，即嘛唔到起价无？过去是6800尔，哦，会当
出海关坐船去遮，啊入关去遐佚佗。但是两年前诶，两岸诶中国人知影台湾民众传好啊，美军嘛拢入来啊，因随时会当转去啊。所以因要做对，即台船是要做对船哦，一台无够，佫开放一条台北港诶，就是八里，迄台叫做李纳伦，即两台船就是因即几个月要做对船啊。咱来看哦，海峡号就是安尼吼，平潭到台湾港吼。一摆会当载三百几台轿车呢，吼、哦，一个台湾吼，伊船长真大，会当载八百人。啊，若敢载游览车呢，大台湾巴士好无？会当载四十几台。这100%就是因要上，因要坐对的船啊。但是因要坐对的车有规定，因的车牌即马伫市面上拍拉走啊。等下看恁就知吼。因为国民党因中国人家己的车要上船，一定要领。即马有三年英语的有无？啊，下口有三年文化迄种车牌。才可以上船啊，那人呢一定要领中华卡，证明你是中国人。车是金门马祖一台上车，安尼转去啊，上船。哦，这台是海峡号，这台李纳伦，这新闻拢有咧报，真侪人有闲去甲坐看卖咧。台北港啊，伫八里到平潭爱三点钟，那台中港甲平潭较近，两点半钟尔。哦，这两台就是因即未来即几个月要撤退的船。来，过来，各有足多迹象，很多的迹象，可以证明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啊，即将离开台湾吼，因准备好啊，六年啊呢，弄好啊，来，这车牌就是啊。咱大家拢知哦，美国高等法院在2009年的4月7号以后啊，他判定没有中华民国，各位，没有中华民国，哪来的台湾省？哪来的台北市、高雄市？有无？所以恁兜若有这个车牌，我刚刚给你报警，六年前所发的啦。没有中华民国就不能有我这台湾省字样的车牌啊！啊，无这个车牌要安怎发这种的？即摆是这种的上多，即种港币呢？刚才知影这个号码是你的，迄号码是我的呢？其中啊，佫有38000多哦，奥多麦甲托拉库哦，重叠是一模一样的呢。恁敢知？这新闻定在报呢？假设这个牌号是1668N2，这个号码挂伫拖拉库的，佮还佫有一对1668N2挂伫奥特曼，所以电台有这个纠纷有无？我再讲个新闻哦，顶个月啊，新竹有一个逆向停到接到一张红单哦，超速啊120公里，哎，违规地点在高雄，啊，所以夜间新闻哦，有个记者去访问，伊讲我唔捌去高雄，啊，你来看我这台奥特曼真烂。够可怜，吹个巴黎。哎、欸，可见高雄一个拖拉机超速叫伊啊！阿妈，我拖拉机超载无？啊，叫奥多曼呢？超载边啊！我这条奥多曼哪有可能载过档啦？足含吼！阿妈，奥多曼闯红灯叫拖拉机呢？所以这个问题啊，层出不穷，常常纠纷。这个骗台人，因为台人确实足好骗，哎、欸，现在冲着车牌给你拉过。啊，伫咧两年前呢？是不是又开放一台航线叫做李纳伦到台北港的？同款意思，两年前因知时间到，知台面将传好啊，随时会当来接政权。美军嘛拢入来啊，要顾咱平民的安全吼，所以因赶紧用台湾人的钱哦，开4亿2000万去做头一批，大家拢应该有人捌看过，头一批足重的，啊，迄足侪轿车后壁挂袂落有无？伊空较细空，较短，啊，所以立法院内底吵吵闹闹。伊讲无要紧，交通部讲啊，开4亿2000万，台湾人戆，台湾人的钱，单调单调就好嘛。佮做第二批，第二批做伊有较短，啊，所以就怪了啊。但是第二批即摆近两年所领的新牌就是安尼，三年英语字哦，啊有较长一丝啊，哦，四个阿拉伯数字。重点唔是这個，重点是下底有三台门牌有看无？足侪车牌呐，近两年所领的新牌拢做啦。下口有三台门牌代表啥个？左右这两颗吼。有擦蓝色，啊，伊是纳豆落的，现金器的吼，啊，擦颜色，所以这条代表金门，这条代表马祖，中间是葡萄壳，啊，无擦颜色，代表平安岛啦。因为国民党、中华民国国民党，他所管辖的土地只剩下金门跟马祖，所以做这个车牌就是因未来要登金门马祖的车牌，不，未来就是这个车牌就会伫金门马祖甲平安岛咧用的尔，哦。啊，你来看哦，中华民国的国花是梅花，对不？外面是梅花嘛，给放大来看哦，内底一粒星呢，中共五星旗的星星呢，
高公一只手呢，啊，真正唔知，来，若唔知，我甲这车牌印起来，你著看有啊，看无？啊，安尼，啊，我甲印起来，好无？这中国的土地，金门伫遮，马祖伫遮，平潭头伫中，有无？啊，马祖是毋是甲我北部遮？啊，金门是毋是甲我高雄遮？啊，平潭离新店68海里尔尔。安尼有清楚啦吼，中华民国所管辖的土地剩下金门跟马祖，就是安尼。台南拢无人知，我即摆来看一下，来这台吼，这台是美英啊因老母，这差了一台讲300多万的款吼。伊想我这车遮好吼，敢若所有的老师惊无够，啊下底这三台门迄毋知咧创啥吼，以前叫乌鸡个落空吼，所以四台安尼较稳。其实我看两台啦，这台 BMW 的。搁一台面对嘛，新车伫背地看到的，啊，迄间要来翕哦，伤暗，啊，隔天刚无看啊，啊，所以这台车是临时叫我看的，我甲翕过来。但是别人的车牌哦，我头前后壁甲除掉有无？伊嘛毋知就伊的，嘿嘿。可见台湾人真正毋知，这个车牌啊，都是金门马祖甲平潭台北用的车牌。未来因国民党的车一定要领这个车牌，才会当上船了。好、哦，过来。哎，这新闻哦，这四月份的新闻，这台湾的车牌有看无？因为阿强鼓励台湾人，你内底赛车上船来平潭岛佚佗，那我平潭岛有一个跨海大桥已经通迄个福建省，你内当赛车来福建省哦，到处去佚佗。福建省是台湾的37倍大呢，哦，现在去还佚佗真久哦，刚赛车坐都坐不完吼、哦。所以这是伊的统战之意吼。这平潭的高速公路，迄天四月份其实足侪车过啊，啊嘛有两台货车载货人挂车挂货人过，这是未来啊，那未来因的车牌一定要领3000多万啦吼。过来，这2年前的新闻哦，主要是报台湾吼、哦、台美关系微妙转变，美国啊讲伊要派海军陆战队哦来台湾过因的 AIT， 各位 AIT， 美国在台协会叫做 AIT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啊，足侪人去讲讲，即个台湾民政府即个法律哦，因拢足侪人会反面讲，我不爱做日本人，我不爱日本人管，我嘛不爱美国人管有无？不有人对我即个有无？他不让美国人管，戆戆自导自演，那嘛美国人来管的呀？因为 AIT 在美国一个民间单位 ，AIT 专门在管中华民国，那中华民国咧管咱，安尼是毋是美国人来管？啊，即摆后摆无差，后摆嘛是安尼哦。即阵台湾人家个政府嘛 ，TCG， 啊，长官的管定的长官就是这 USMG， 啊 ，USMG 的美国军事政府，军事政府的管定叫做美国国防部，啊，管定是奥巴马，安尼嘛是美国人咧管，到他，是干那国民党干烂安尼尔，啊，国民党是要求外国，啊，这个是未使外国安尼，这无人敢，无人敢外国啦吼，大家拢笑我知啦吼，后摆真严吼。因为咱学新加坡，和政府官员哦，薪水较悬的，让他们不必要贪污够用，但是也不能贪哦，唯一死刑。哦，当然就知吼、哦。所以咧，美国他派海军陆战队来过因的 AIT，AIT 是台湾剩少50个人尔尔咧，伊要派几万名海军陆战队来过因的 AIT， 安尼有矛盾无？有吼、哦，但是因为为什么伊唔敢讲真相啊？因为大家拢知。这2年前的报纸，2年前台湾民政府也未传落，美国军事政府嘛也未传落，因为阿扁哥拢也未训练落，所以偷偷要甲台湾人内行人讲，嘿，所以伊迄阵因为安尼关系，唔敢写到真正做吼。过来，这个呢，咱大家知台湾的工地，只要若要动工，外口一定采取看板，要告诉民众什么单位建造的，哦，啊、当时开工，当时完工。这个新闻在2年前，陈局、陈局长剪彩，在高雄做一下吼，有一个翠华路，伊去一个高雄的美国学校，叫做马里逊美国学校，哦，也基本上起好啊。伊的完工日期是今年无？1月24号，啊，拢完工啊，即摆起啊真大片的，真大片，好、哦，好不好？高雄马里逊美国学校在做一下翠华路。过来，这台中马里逊美国学校，台中，哦，这我去甲访问，我去甲实习，这收伊啊，头先甲我挂，伊讲你看应该唔是家长哦，我唔是用拍摄，袂使用参观嘞，
未使参观我前，换甲拖我讲，啊无换你参观我的车，吼、哦，我的车停伫门口，伊讲，啊那是红色车牌，迄阵我挂一条尔，我讲迄个车牌就写两字，管顶写 USMG， 下底写 TCG， 美国军事政府发的，因为美国大量的囡仔阿平哥要来遮，啊所以伊起足侪学校，你有美军的囡仔读的，啊所以伊拢知，伊讲难怪因学校那一直在起哦，对幼稚园读到高中，吼、哦。台北嘛有，即台北天母美国学校。啊，伫咧顶个月，我伫新闻阁看到咱只新竹做一大林镇伫南口个边吼，美国人阁甲台湾人租一个地足大地，要起第四间个高雄个迄个马里逊美国学校。因为马里逊伫美国是教育部有注册，所以属是官方个。啊，大家想看卖，为何美军会伫台湾租遐尼侪土地？起遐尼侪美国学校咧，因为大家拢知琉球啊，琉球恁知啦吼，琉球是琉球参台湾同款，拢属是美军占领，所以琉球足侪美军伫遐做兵，啊有足侪新闻吼，琉球的美军啊，定来去参琉球的查某囡仔发生关系，共强暴、共勒索无，这新闻一直咧报呢，所以琉球的百姓足生气，想一日干讲想要甲美军赶走，到处嘛在咧乱啊，但是敢赶会走无可能。因为琉球参台湾同款，就是美国军事占领，伊是头家啦，你那个赶会走嘞。所以美国人伊要派兵来台湾，他不能重蹈覆辙。尤其是伊知影台湾的查某囡吼，一个比一个比琉球较水，吼、哦，真啊无起足个美国学校吼。啊，叫阿平哥讲，你把眷属带过去，把母仔囡拖去，啊，我学校起便便，让你囡仔读，从幼稚园读到高中。所以这个美军就表示伊真正要入来，无起啊，就要创啥吼？过来，台湾是美国、啊、在西太平洋永远不成的航空母舰。为何呢？这台湾的头管顶者吼，这就是内湖啦，内湖你知啦吼？应该有人，这应该有人，敢有内湖人？敢有台北市的人？内湖有吼？内湖有一条路叫做金湖路，有无？啊，金湖路这个土地拄拄好100号，刚刚好100号，迄、那个土地外宽，你敢知？6.5公尺。6.5公顷，新闻嘛常常咧报 AIT， 伊拢讲喷空机个 AIT， 各位 AIT 存56年咧啦，啊信义路遐嘛一个伫世贸边遐嘛一个办公室啦，啊50个人伊住6.5是变哪大，表示唔是吼，他绝对是军事基地，当然就知。道边咧，伫新竹五峰，大家咧乐山、莲花山有无？拢美军伫遐咧搞啊，这个雷达目前吼是全世界上厉害五粒。它叫做普爪雷达，啊，五粒普爪雷达哦，有3粒设在美国，有1粒设在英国，另外1粒在咱家台湾哦。那下底这是屏东空军基地，但大家知，伫去年6月15日，其实有一批海军陆战队对花莲港入来，应该过了1000名哦。迄天我拄拄啊伫花莲，我伫遐2天拄着，因对花莲入来了后呢，因就分配去屏东空军基地，啊，迄个花莲一个加山基地。啊，台中青山港有足侪所在，拢美军伫遐部署啊！哦，啊，伫今年的7月初4日，伊讲嘛拢入来啊。因为为何美国人美军会选伫2015年的7月4日，就是今年？因为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，伊知台面上传好啊，因为美军嘛拢传好啊，所以选在2015年的7月4日迄天，你知无？那伫桃园街有看无？空中足侪飞行机飞来飞去，有战斗机，有直升机，足侪百姓嘛甲我问讲。今日要烧钱啊！无奈遐个飞行机飞来飞去，较早顿班的啊，因拢唔知是美军拢大量进来台湾部署好了，台湾民众他准备把中华民国的政权拿起来，把军事、国防、外交留着自己，把一些那个平民的政策吼，就是讲到民间的，到咱民政府管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大家拢爱了解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一直在准备咱的，咱参国民党是牵起来的。咱参伊无关的，国民党因传因咧走传因的，咱我们不要去跟国民党冲撞，不是咱来赶走，是美军把规个政权提起来了，甲民政交咱，啊，军事外交因留咧解决，是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这内湖金马路100号来，咱来看下家这吼、哦，这电视上有新闻报呢，中天新闻 TVBS 3礼拜连续拢嘛报。一部啊，
美国那个 AIT 美国造台协会吼，关联办公室六家半拢起不好啊。所以咱台湾人袂晓看新闻啊，嘛袂晓看报纸。所以咱即摆在座的，咱大家拢是台湾人的精英，咱来较起来学晓看，甲亲戚朋友讲。其实因拢无咧甲咱骗，是咱家看无尔吼。因为新闻是报讲美国 AIT 美国的关联的办公室，其实吼下底看无。保密到家哦 ，AIT 盖新馆哦，空运美国的工人来台呢，阿弥陀更惊动美国再来呢。为什么这样的比例？既然是一个民间单位，五十人的民间单位办公室，为何要那么保密？表示他绝对不是 AIT， 他叫做美国军事政府亚洲指挥中心的 USMG 亚洲指挥中心，伫遮开62亿8000几万，迄嘛甲咱租租金租期写99年，搁加。99年啦，啊，所以咱后摆吼，我听讲，美国海军陆战队是全世界上勇的军人啊，伫遮咧甲咱徛一边哦，咱会惊袂？袂惊，所以日本嘛咧甲咱斗过，哦，哎，即个我讲过，工地外口拢有写，即就是伊外口的 AIT 有无？伊讲我咧 AIT， 唔是 AIT 哦，伊看望今年是安尼，啊，即卖即个是新的，啊，新的吼。为何这完工日期这吼颜色不一样？有看无？这在不完看呢？伊把日期涂掉，叫做提前完工。在2015年的是今年的10月31号提前完工。为何因迄现在赶紧要提前完工呢？因为台湾民间运动传好啊，随时会当接政权。美军嘛拢离开啊，随时国民党、随时中华民国的人爱离开，所以他要提前完工。再来一个理由。一个原因就是李倩蓉，你知道李倩蓉知无？知啦吼，这个让个咧报我，伊去龙潭港参观阿帕奇贵妇团呢，竟然把阿帕奇的仪表板哦，翕到呢，翕到真真做做铺上网呢，啊，美国人就紧张啊，吼、哦，我这阿帕奇是美国目前真厉害的攻击直升机，伊拢无咧卖外国人，美国人是最爱卖武器的呢，所以为何阿帕奇敢咱美国甲台湾有？表示伊不爱卖外国人，表示台湾这个土地是我美国咧管的，安尼有明显无？刚才一个阿巴西就看得出来，所以阿巴西这仪表板曝光，美国人紧张，提早完工，提早要来台湾吼。过来，中国是毋是设一亚投行？亚投行干嘛？亚投行就是讲要对要召集足侪国家同时来结合成立一个亚投行，要来拼美国的经济啦。美国当然紧张咯，提前来台。哦，足侪新闻咱拢看在吼，提前来台，过来。这个新闻呢，伫今年3月份，新闻定咧报，就在海峡中心线这条跟 M503航线吼，503航线呢，就是阿强飞机即摆已经直接咧飞啊，一天过了100台啊，直接飞来飞去，没人知吼。过去阿强飞机敢会当飞遮尔尔，飞外口，伊袂当飞倒来海峡啊？为什么？这60-70年来，因的飞机敢会当飞遮尔尔呢？因为咱台湾在伫1949年国共内战，伊并无败啊，因兄弟啊，老蒋吼战无死，走路来台北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老蒋有啥物，金门马祖八二三炮战，然后古林头大战，啊，叫我拍无赢来，所以我有讲的，咱拄个车牌就是证明是的，中华民国国民党他管辖的土地只剩下金门跟马祖。啊！你即摆咧吵哪哪闹？啥物咧？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安怎读安怎？各位，咱拢爱了解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土地管辖，到目前为止100%没有台湾跟澎湖。所以咱要真清楚哦。咱毋是咧划算，咱是依照国际法律，土地啥物人就啥物人诶，敢占据着伊个？那占据着伊个，我看这在座做咧体格真勇诶哦。你厝边隔壁迄个，迄个较烂诶，迄个赶走，甲占个，占据着迄个啊。搞有这条理，国家有国家法的，国际有国际法的，所以阿强要甲全世界人讲，因伫台湾的兄弟啊，已经要等于归家啊，所以伊要甲海峡中心线划起来一人一半，按台湾人看无，全世界拢看有呢，干那咱台湾人家己看无尔啦。这条 M503航线其实当初是阿扁在做总统的时候，阿强已经划好啊，迄阵想要飞，阿扁有抗议，所以伊唔敢飞，阿扁还在讲伊讲嗯。我是中华民国总统呢，中华民国是台澎金马，是中华民国呢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澎金马呢，你哪会飞过来？
所以迄阵伊唔敢背。那今年三月初五，阿强阿想要背，卖就点点，爱就甲背落啊。所以阿强阿嘛要甲全世界人讲啊，其实台湾甲平湖产品是无关系，所以伊一人一半要背正常的啦。啊，台湾人敢看有？那还阁看无哦？张安秘书长是不是问了一句话？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？那无也阁无了解，大家讲对啊，台湾咱的啊，大家知道啊？因为迄国家较大，看无秘书长尾是不是阁缩为范围缩较小？伊讲啊无安尼啦，国宾饭店是毋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啊？大家拢知毋是啊？伊是讲你遐占大个呢，那是讲的，你也无权证啊？啊，所以即若讲遮大吼，规个国家。沙漠，无我咱来举例吼。大哥，你贵姓？丁。周大哥。假设这个土地是周大哥的，吼。啊，这个土地的这个番薯也是我的。啊，周大哥拢去甲因的亲戚朋友讲哦，其实一层林六生边啊，这个空地啊，其实是伊的啦。所以物件乌袂顿，拖拉机车我停在迄个边啊。啊，我嘛甲我的亲戚朋友讲，其实这个空地啊是我的，那是伊的。所以我车嘛，我袂停，我物件嘛，我慢慢蹲伫遮。安尼，各位，我参做那个会纠纷袂？100%嘛。啊，纠纷安怎？敢讲拍赢的，拍赢了就伊个啊，袂使吼。因为同款，国家有国家法，国际有国际法。你叫人来测量嘛，来鉴定就知影嘛。啊，佮测量落到就讲啊，做那个歹势哦，是一人一半哦，毋是规条拢你个哦。你会甲像遐空来无？你无讲，我嘛要甲围起。我等下你去好占去了，只要你国家法、要国际法嘛，安尼台湾人应该爱看有才对啦吼。哎，人伊话从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落了，其实中国人啊，甲台湾的中国人、两岸中国人动作频频，大家拢知吼。过去台湾人要中国一定要摕台胞证对无？叫做台胞证，哦，因咧讲的人无讲个标准的，台胞证、台胞证吼。即卖呢，因开始发中华卡，讲如果呐用中华卡哦，逐渐哦会取代台胞证。其实阿强因设计这个中华卡，就是因知影伫台湾的兄弟要等下归家嘛。但是因是国民党个，哎，阮是共产党个，即卖甲要甲改起来。所以中华卡其实是要发落因台湾的兄弟啊啦。哎，你看吼、哦，即个叫做张亚中，用中华卡逐渐取代台胞证。其实过最近洪秀柱有讲一句话，一中通标啊，张亚中几多年前都讲过啊，以前讲的，洪秀柱退讲的，恐怕到要死无，一中通标就是要甲足侪人讲，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啦，一中通标只有一个中国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啦，你看吼，中华卡吼，来，再指出证明，中华民国国民党所管辖的土地，剩下金门跟马祖，为何因的特别是这金马镇，有无？中华民国出入境许可证，金马证，因为啊，国民党管的，他们拄着迄个车牌同款啦，两粒梅花嘛，金门马祖嘛，好无？都得证明的吼，会当证明因就要转去啊，会当证明中华民国所管的，国民党所管的，从金门到马祖。来，2015年的4月17号的下午一波，中国海巡船舰啊，开到金门岛的旁边。要求进出金门的船只啊停船受检，看无？这新闻看的呢，各位。4月17日刚啊，下晡开始，金门马祖已经阿强安尼管啊呢。啊，迄都因的啊，大姐那边啊，因迄本来都因的，嘿嘿，对不？咱了解清楚，把逻辑搞清楚，我们就不怕。我们依照国际法，台湾跟平洋绝对跟你无关的吼。来，所以中国的官方因的说法讲，这是为了去捕啊盗沙船只。我别讲，既然金门马祖那国民党咧管的，你阿强咧敢管啥？是不是安尼？不合理嘛？表示因兄弟已经和好了嘛，因就归家啊嘛，对不？他一句咧甲人骗哦，但是第二句伊就讲到实话哦，全程台湾的海巡船哦毫无作为哦，媒体亦不敢报道。各位看咧会堵车未？会生气未？咱纳税金，和海巡署的人驶船去金门马祖咧观光，啊阿强啊咧管，啊因驶去遐咧观光呢，好作为有看无？所以台湾人真正可怜啦，即马温度应该是差不多70-80度，其实要跳一个湖啊，温水出青蛙。
所以爱靠咱这批人，咱今了解清楚，足侪可怜的台湾人，足侪外口规边拢是，拢是。一日到我嘛定拄着，哎呀，阿兄弟，你一直讲一直骂哦，迄个阿强啊，感觉放眼煞，可怜哦。我听用举例的，台湾人听到有啦。我讲来，这栋厝那是你来讲的，这别人倒哦。讲这栋厝那你来讲的，啊，你即摆向我发个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厝是你来讲的，啊，毋是因的啊。啊，因为因来讲，甲你来讲，借住一间房间，叫开栋拢占去。啊，所以甲你讲讲，你就是伊的囝，啊，你还去趁钱，交税金给伊。啊，你即摆发个毋是啊？我讲这间厝你70年前是你来讲的。讲怎样？你即摆发觉是你来讲的，你会去甲套转来？伊讲，嗯，当然嘛会套转来。啊，但是台湾都敢来无伊的代志，好无？中国海巡船足大台哦，编号8003哦，记者真厉害，拢甲报出来吼、哦。来，联合新闻网啊，真系少年啊，上网拢看会到全世界新闻。2015年6月初九迄天哦，市长快报无，暑假快到了哦，创啥创啥，公职就业创啥，两人看电影，哎呦，一人免钱呢，一人免钱，哟、啊，这个啥呢？自台70年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即将离开，有看无？你新闻看的呢，全世界人拢知呢，甲台湾人唔知，甲咱咧足侪台湾人会看这货、個，足、哦、爽的，小确幸。哎、欸，朋友，你看看电影一人免钱呢，足侪人我相信会看这個，啊，这個、看看就算了，听拢麻痹去啊。其实中华民国国民党伫台湾，他叫做流亡政府，伊自头至尾嘛无甲咱骗，迄是咱家己唔知尔，我嘛爱怪咱家己。我只举个例子，七年前马英九拄啊上任的时候，中国的海协会董事长叫做陈云林，对不？伊是不是来访问台湾？迄阵台湾人是袂当掠国旗啊！青天白日满地红，你台湾人民和你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啊掠中华民国的国旗，会去予中华民国的警察拍，有看无？因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下令的，啊！台湾人敢无感觉精神错乱吗？因为迄个也是假嘛，佮强调一摆，1949年老蒋就家讲嘛，中华民国已经死亡了嘛，迄个也是假，袂使压出来。所以中华民国国民党伫台湾剩一支旗仔会当压，大家捌看过。咱个选手若出外国咧比赛，有一支旗仔有无？有画五个框框啊，有无？迄个五环旗啦，爱写信号咧中华台北有无？伊存迄支才是正确，因为迄个是伊真正个名。中华民国一真正名伫遮，其实伊无甲咱骗，咱家看无了，最看吼。因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啊，所以伤长写袂落。以前头先甲写两字中华，后壁写两字台北，中华台北，中华台北，迄个也是较多无人个在意，迄个因真正名，还是台湾人家看无了，对不？哎，6年前美国高等法院判过了，伊有讲。要求恁国民党赶紧建设金门、马祖有无？甲平潭岛，所以马英九是美国人，他没有绿卡的。啊，民进党在搬伊，马英九你有绿卡，啊，马英九讲我没有绿卡，我的绿卡失效了，他的绿卡真正失效啊，因为他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，还哪用的绿卡？所以咱拢讲骗那个王叔啦吼。马英九是美国人，所以真听话，伊赶紧冒台湾人的钱哦、喔，57日后来再追加吼。去上金门馆长啦，这新闻报真大呢。这金门馆长，啊，伊上面要创啥？因为大金门甲小金门5公里中有一条桥叫做金门大桥，用咱的钱去起，因未来要用的桥，好、哦、车停个塞来塞去。未来啊，伫小金门去趟厦门有一条桥叫做金厦大桥，迄条5.5公里，迄条桥的钱哦、喔、已经未付甲咱哦啊，因即马准备要走啊，100%。袂付啊！后摆用伊家己钱了。来，美军 F-18 迫降台湾机场有无？伫今年4月初迄天有无？台湾的媒体、台湾的记者拢在写迫降，因为迄两台 F-18 的飞行器、的战斗机演练派去有无？所以迫降台湾机场乌白来，咱台湾真正足好骗。记者真妖秀，记者吼，足侪记者大部分拢挖财团，拢挖。国民党有无？无人对应有利的？为什么美军会派进来 F-18？ 更何台湾机场绝对不是迫降了、
这两台 AS8 真厉害哦，它叫做大黄蜂哦，大黄蜂这台这个飞行机哦，参那个阿帕奇，美国人啊足厉害，美国嘛无啥卖人。这台 AS8 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哦可以在航空母舰哦夜间起降的。航空母舰 AMC 五飞行机袂遐叮当啊，伊会使，就这台大黄蜂。所以为什么伊讲四月初会派这台飞行机来台湾呢？因为啊，伫咧两天前就是三月二八，阿强啊派一台战斗机啊，飞去巴士海峡设计的挑衅，美国人当然生气啊！伊伫航空母舰伫台湾附近咧吼，大家拢看四月初航空母舰一台航空母舰伫倒，伫兰屿啦，官兵是毋是伫遐参加兰屿的飞鱼剧？啊！如果 AS8 那是人民派，那是迫降，为何两天后新闻有报？美国的空军呢？吼，伫台南街上行来行去咧，伫遐吃小吃有无？啊，大龙仔啊，你军人飞机来派，你敢去来只食鸡吃小吃吗？表示唔是迫降啦吼，因为是美国人超工派进来飞机来台南机场咧，超工诶啦。所以呢，美国的发布新闻稿讲哦，希望北京当局啊看得懂意思哦，那不叫迫降，那叫例行性着陆。这个土地我咧管的，什么迫降，都敢无如这件事是你的啊！你若要礼拜讲，甲村民隔壁讲，拜托个，我拜托以后，我好啊礼拜迫降一下，我礼拜休困一下。土地是伊咧管的，那就去讲迫降。所以媒体乌白讲，所以中国人、美国人发布信息，甲中国讲，希望北京当局看得懂意思。这个土地我咧管的，所以中国的发言人他也必须要回复美国的谈话，用好。那不是迫降哦，那希望你们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。One China， 转世界刚才讲中国，绝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。这转世界新闻呢，有无？过来，应该是差不多半年前嘛，朱立伦是不是有去访问习近平？这新闻都有报嘛？哎，有注意听伊讲一句话无？朱立伦要去访问习近平的时候，伊伫习近平的边啊，面对转世界媒体。一讲一句话，一讲我们两岸同属一中，有无？爱看人敢听有？什么叫同属一中？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嘛，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嘛。朱立伦慢慢甲全世界人讲，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啦。台湾人听无？台湾人听无啦？过来，讲这個、我顺带讲宋楚瑜。宋楚瑜应该才一年前去访问，嘛是去访问习近平。宋楚瑜坐伫遮，习近平坐伫边啊，啊中有一个小茶几有。习近平甲宋楚瑜讲啥呢？我们这次啊，跟台湾买的水果哦，水果啦吼，水果咁听有几颗啦？我们跟台湾买的水果吼，是买贵了，我知道。伊嘛歪讲国民党中趁着手咧，伊讲以后我们会直接跟农民买啦。叫宋楚瑜伫当个台湾机场，伊甲记者讲一句话，你知无？伊讲啊，其实中国那1600颗飞弹对准台湾哦。哎呀，我们都误会了，原来他们是在保护我们呐、啊，有无？我讲这种新闻哦，大哥，我自己讲，自己都给你堵的。啊，恁的亲戚朋友甲问讲，无啊，恁讲讲我要甲保护呢，搞有这代志？台湾人家足好骗啊，足好骗，哦。所以按一看就知吼，朱立伦嘛甲全世界人讲，已经没有中华民国，因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。好，几个月前。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有无？我拄只有介绍过啊。朱立伦未使选，王金平唔敢选，伊讲这个假母的。洪秀柱在哪个？伊讲啥？伊讲两岸同属一中有无？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啦，没有中华民国的啦。讲屌到要死有无？但是台湾的苦咧，台湾人听无。我感觉洪秀柱心肝袂歹，伊讲台湾人听无，啊无干脆我讲白话啦，吼。伊讲我不能讲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有无？就是要讲中华民国不存在啊啦！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讲中华民国不存在，啊，竟然还阁足侪台湾人听无？真侪人其实听有啊，但是不爱相信。同款阁一句话，可怜的台湾人啦吼！爱靠咱啦，爱靠咱来甲即个可怜的台湾人哦，化气个。啊，别来甲化气，咱就爱有步数，有物件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若有早随身提来，赶紧来遮拢靠上去。这套资料其实讲给台湾人听一摆就清楚啊，看图说故事就知啊。过来，报纸有无？去年
六月十七号《自由时报》A 半版加进行之后，就大个俄海军司令出席美舰队司令交接。其实伫去年啊 ，ROC 的军粮已经到 USMG 啊啦，即马军方啊嘛，阿美军咧管的啊，即马军中乐园对无？拢嘛美军咧管的啊，有看无？我听讲台湾人袂晓看报纸哦，这篇你看报纸有倒位唔对无？安尼，互恁咱来互动者，换恁来讲，倒位你感觉怪怪无？头一字啦，乌啦，乌是林佑生的，但是这报纸写乌呢？乌海军是啥？中华民国海军唔敢写呢，有看无？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呢，乌海军，好不？过来。这今年的国军标案汉光演习围城美方规划，各位，即马政府虾米人咧发的？国民党，军方既然甲美国人咧用，为什么就去围城？围城美方规划爱开钱啦，啊开钱，国民党就能够在从中获取获利啦，好咪想啦，对不？有看无？这哪一国？中华民国，照你讲啦，正常过去咧看是中华民国国军有无？国军，国军是哪一国？又是在讲中华民国不存在嘛？其实一直在强调，一直在重复告诉台湾人民，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。足侪所在，但是台湾人已经麻痹麻痹，看无，所以真正爱靠咱，靠咱北较侪了解较深的，甲亲戚朋友话好听起来，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吼。来，这个新闻呢？咱来看新，咱讲也要看新闻哦。咱大家拢知哦，记者媒体真厉害哦，伊拢会偏向国民党，偏向统派，偏向财团。吼、哦，来，宜兰州办公室昨天成立百名干部齐聚一堂，台上台下一团热闹。台湾民政府啊，美国在半年后接管台湾，这记者改一下。当时这是花莲一个《东方日报》。咱四月初迄天，宜兰州办公室设伫花莲，较早是伫宜兰，今仔叫我正对面。但宜兰州管宜华东台东人哀叫伊讲，煞要做办公室，伫遐四五点钟，到尾因大家讲好，啊无设伫中伫花莲，上公平嘛。所以四月初成立迄天，秘书长伫台顶演讲，即、這个记者伫边仔主头听到未？家己推论起来，台湾民政府啊，美国在半年后接管台湾，记者拢在台湾民政府伫要执政啊。所以即马留喺话啦，家己突然写好看好无？各位，四月初迄天，当时是毋是两台 F 十八降落台南机场？当时是台南州的赵立军嘛，是迄天成立啦。讲迄天，迄天立得袂歹。所以即个记者家己突然写哦，四月初迄天写哦，半年咯有无？接管台湾，各位，做好算一支镜头就算会出啊。五月初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半年。来月差不多要活哦，所以大家要较积极的，真的哦，家己领导的少年啊，亲戚朋友、少年的，尽量给叫出来。过来，《自由时报》伫四月二九，即台中州啊，台中州伫台中双十路，伫迄个公园啊，伫四月二九迄天嘛，足侪人哦，举观光旗、举民政府旗啊、举美国国旗，要甲台中州的市民讲，台中市的人讲。台湾民政府传落啊，随时要会当换政权啊，所以你有看无？真正爱也看报纸吼。迄天台中州差不多两三百人浩浩荡荡，但是这个记者改一下，千人阵走，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有怪怪无？记者知媒体知台湾民政府哦，过来就是正港的换主权的人哦，所以突然碰风一下，明明两三百人，伊讲千人阵走。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咱来看下说，这记者很狗腿呢，但是无要紧，写咱的好话哦、喔，嘿啦，就是千人啦。其实我问台中州的，伊讲，佫较算嘛，差不多两三百个尔。哈哈哈！啊，注意啊，看有哦、喔，咱也要看报纸啦，也要看新闻啦，吼、喔。过来嘞，来，这去年的报纸吼、喔，四月十七号，安倍内阁恢复集体自卫权，伊讲台湾若遭受到攻击嘞。日本已经可以出兵相救，这个新闻相信足侪台湾人嘛去看无。去年七月初，去年四月二三，奥巴马有去日本，就是要帮助安倍内阁恢复自己自卫权。之前我唔知伫倒咧演讲，一个大姐讲，安倍相伊唔知讲，安倍是日本一个歌星，伊讲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哦，真诶，
真正安尼甲问我，我甲平常是歌星，伊讲哦是歌星哦，即看安尼，大家拢唔知哦。其实伫去年的七月初的进程，中国是毋是有定派船啊去钓鱼台共炸机啊？讲中国的日本迄阵，因为大家拢知，在1945年日本投降了，麦克阿瑟将军伫日本啊，甲东德时一礼拜内底哦，甲迄阵互咧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改掉。改成新日本和平宪法，限制日本人未使出兵咧，敢若会使安尼互弄尔，叫做自卫队有无？就是这個原因啦，所以因未使出兵啊。旧年七月初，是毋是足侪中国人去遐炸机啊？啊，日本人足生气，敢若甲泉水尔有无？未使出兵啊！啊，泉水也未停啊，雨水相喷啊，中国人嘛甲雨都转去无，雨来雨去。但是各位一年外咯，即马八月嘛吼，超过13个月，即13个月内底。敢有人还佫伫电视捌看到讲中国个船啊去遐插旗啊，去遐抗议，唔敢去啊啦！日本人嘛讲，佫来啊！我即摆有钱啊，佫来啊！有人敢去？包括南海嘛同款哦。去年3月份是越南去抢咱个台商，抢啊真严重有无？迄就是越南佮中国咧占南海遐土地，大家拢想遐有石油，大家翕敢若无人个呢？即摆日本也袂使出兵啊，来佮占。菲律宾、越南、中国，敢若运来有足侪国家去掂有无？七月初过拢掂去啊，拢走啊！中国迄台是迄台探勘石油探勘船哦，上尾一台，哦，迄台上大台，悄悄地开回去海南岛。我拄仔伫报纸伫右下角，得得细细粒仔看看到，因悄悄地开回去平安迄个海南岛啦吼。所以大家拢唔知吼。为何安倍也讲恢复几日之前台湾然后若遭受到攻击呢？日本已经会使出兵相救啊！因为70年前台湾平洋甲日本是共结好的，迄阵统统叫做大日本帝国。伊战败了后，日本天皇啊，战前我讲啊，真清楚，你战败国有两条路好行，第一就是赔钱嘛，第二就是赔土地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当时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啊，满清就是选择甲台湾甲平洋。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嘛，同款意思嘛。所以这边日本天皇伊选择白土地，因为真个日本拢无钱啊，把台湾澎湖的土地管辖权让予美国人去用。那美国人家己无用啊，去委托老蒋啊，蒋介石暂时托管了呢。结果呢，害死台湾人。美国人伫1945年8月16日迄天，弹两粒原子炸弹伫日本投降。当时日本无偌久就起来嘛，结果咧，美国人伫台湾等一粒骨啊大粒个，叫做臭头啊，蒋介石啊，到即摆甲咱害死遮侪人，228白色恐怖，到即摆搁咧甲咱骗，即粒上大粒啦。加在有台湾民政府，加在秘书长伫金门哦，无过还是毋是，哦，啊无即摆哪有咱哦，所以大家来看秘书长爱甲好咧，伊足辛苦，伊一个人咧看，伊头毛拢捏个呢。伊毋是乌头毛呢？做家己的秘密讲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安尼形容无注意哦。哎，这联合报刊的吼，台湾民众拢传到啊，吼，拢传到啊。6月15日迄天刊的真大片，6个州50个军拢1000里走。所以迄天6月15日迄天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因堂弟20多岁啊，了，伫行政院咧打工，迄暗伊拍电话来讲。伊讲足恐怖，行政院内底吼人心惶惶，参6年前同款讲，啊靠腰，即个车牌袂使发，台湾省的车牌袂使发，变安怎？啊，凊彩创一个骗台湾人啦，有数字的就好啦。今年6月15日伊讲同款人心惶惶，伊讲死啊，即摆中华民国真正倒啊，因为人台湾民政府拢传好啊，随时要换政权嘛，伊拢知，包括今年总统选举足怪，大家拢知，咱咧也要知道怪伫倒位吼。是啊，啊，咱个乡亲讲啊，侪莫非有话，就是要甲足侪亲戚朋友讲，赶紧来领这张身份证，因为伫这张身份证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伫今年底应该只无几个即将会不能用，未使用啊，所以因中国人拢知，赶紧来领这张旅行证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或领好因的旅行证啊，因为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不是国家就不能有护照，只能他兄弟发给他的旅行证。所以，因伫台湾的中国人拢知，赶紧去领这张啊！摕着这张旅行证，等同中国护照。那台湾人要安怎呢？这张身份证即将不能用，赶紧行这条路来领这张身份证。这张身份证若领到咧，美国会发给咱旅行证，参琉球同款，因为台湾甲琉球拢属于美军占领。
美国发了李强政了诶，等同美国护照。诶、欸，可以咱后摆有一张啥等同美国护照呢？这个用，大家拢知吼。这张绝对比这张较好用。这张是美国护照，这是绿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枫叶卡。几年要成为加拿大人吼、哦，这就是安尼。那这张申请，咱来讲重点吼、哦。这张是申请，嘛是驾照，嘛是健保卡，三合一的，足好用。这张申请重点就是背后这四字啦，右下角 USMG 有看无？咱的车牌嘛写这吼、哦，申请后边嘛写 USMG。这张申请100%是美国国安部发来的，美国国安部发的。所以呢，重点就是这四字，啊，价值在这，在右上方这两字 TW。应该大家拢知 TW 是啥吼？那么摕到 TW 真简单，每一个人拢爱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日本时代，包括71岁的东西吼。但是71岁爱审哦，爱1945年的9月2号之前呢。啊，那无要紧，往上追一层就好啊。爸爸妈妈按着在，拢有日本时代户一个户籍成本，得当摕到 TW 啊。哦，咱再有一表吼，本土台人这是 TW， 啊，剩呢拢各国的代号，吼、哦，越南是 VN， 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尼是 ID， 这挂呢只有 TW 才是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。剩下呢，以下简称统称台湾的绿卡，那拿到台湾的绿卡，没有 TW 的福利那么多，但是没关系，满6年啊，哦，这国籍法真简单嘛，要意愿自愿合法嘛，那台湾民政府就是你拿到台湾的。绿卡以后满6年，必须满6年哦。这2年来哦，必须要正常的缴税金哦，哦啊，不能有犯罪记录哦。满2年了，会当来台湾民政府宣誓效忠，我要效忠台湾民政府，就可以换来 TW。啊 ，TW 有我的福利，来，来看，对不？哦，三合一呢，又是驾照，又是健保卡。所以呢 ，TW 的人看免免钱。目前有超过80万的囡仔助学贷款是不用还的，这个政府推行了吼、哦。对幼稚园读个大学一律免费，其实读个博士嘛拢免钱啊，只要一读个尽量读，这种国家栽培啊。过来嘞，超过18岁以上，人人有一间厝，一间厝头20平左右。嘛有人甲我问讲，哈，啊20平尔哦，嗯，啊，若要较大间要安怎？对嘛，少年的赞。自己赚钱买啊，已经保障人人有房子住的袂歹啊呢。其实20平啊，小家庭单身拢住落啦。哦，住到外久你敢知？住到吼，万一来下怪讲吼，住到向阳人袂记好转开，啊政府就收回来啊，换别人申请，合法公平。但是这有条件哦，这个要申请的人哦，袂使因老爸足好个哦，老爸老母若两栋厝以上请袂过。就恁老爸一栋，互你就好啊，无找人真济嘛吼。人人有房子住，65岁以上老人年金，每个月800块美金。各位，800块美金啦，后摆台湾会用一点仔美金，咱这新台币恁个摕起看卖，自头至尾前面正面甲看，通通没有写台湾，它只有写中华民国中央银行，有无？伊这张新台币是未来金门马祖甲平潭岛即嘛已经共用啊。已经共用啊！其实是去年的年底吼，大商拢知，伫中国的人啊，大商啊，摕新台币要去银行甲换钞纸，已经歹换啦，去年的年底啦，已经歹换，因知迄张袂用的啊，后摆是金门马祖用的吼。所以老人年金每个月800块美金，各位咱家应该有足侪超过65岁，65岁恁即摆恁也即好啦，垃圾政府啦，我就甲讲出来啦。外国啦，拢咧顾家己，无咧顾百姓啦。这垃圾政府才发落来老人年金，每个月3500块对无？3500对嘛？刚才啉水嘛无够，刚才啉汤都无够啦。讲下头去汤料米麦，刚才啉汤都无够啊。后来啊，800块美金，安尼24000应该有够啦吼。有哦，真正有够。一听就知影，可爱的台湾人真正故意。无够，即摆也袂会使争取呢，会使较济呢。你有看后壁有写1200块美金无？啊，1200块就是36000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拢有条件吼、哦。但是我即摆强调一下吼，咱甲好朋友讲讲，这800块美金是确定，但是呢，
有条件哦。伫咧咱民政府执政之前，有申请着有送件啦吼，应该有送件就算啦。因为咱即马送件到美国来回爱两三个月呢，所以赶紧甲亲戚朋友讲，赶紧来抢。伫执政之前有送件，每个月老人年金24000，但是歹势爱开1000块，人拢知吼。这1000块呢，代表叫做公本位。伫执政之前申请爱开1000块的公本位，但是无要紧，若执政了后，即、这个政府会行500的消费券，吼、哦，500消费券。啊，但是呢，执政了后，即、这个证嘛无要紧。哦，你啊，搁亲戚朋友讲无，啊，无执政了后，即、这个证嘛无要紧啦。迄阵就免开1000块啦，迄阵免钱。啊，但是免钱呢，老人年金会减哦，有可能减200，有可能减400哦。各位，如果来减400，是毋是一个月剩450美金？按偌济？12000嘛，也阁袂歹啦。其实老岁仔人有诶俭俭啊啦。哦，其实那有诶老岁仔咧，看身体也较勇，也阁够七个哦，迄个加遐济哦吼。也是去讲，诶，人要跳舞无？啊，其实无要紧。所以咱来甲亲戚朋友讲个足清楚。你要以后老人年金要政府一个月互你24000，也是好不好？你12000，你家己做决定，咱袂使共强迫诶。讲个清楚就好啊。大家嘛要24000，啊，24000变喏，紧送件啊，就是安尼尔。咱就是要紧搞清楚，哦。那有足侪人哦，讲啊骗笑的啊，咱这政府都要倒啊，绝对有人听过吧？嗯，咱这政府都要倒啊，你咧哪有可能福利遐侪咧？骗笑的，你无看庙咧管政府薪水发袂出啊，对无？啊，若拄着安尼要安怎共解释？恁捌讲过无？嗯，那是你咧讲的咧。啊，政府就是掏空啊，你无看吗？对啦，安尼讲无够啊！来，我讲所以讲哦，恁来查资料来哭啊！哦，啊，我有做一本诶书面用现诶哦，其实本嘛袂歹哦，之前印一整本啊，可能无啊，诶，我会阁印来。即福利遐侪啊，有人讲啊，我知啦，福利侪迄阵欧洲国家福利真侪，因哦百姓拢真好啊，但是税金交足悬诶，后摆税金连缴死有无？绝对有人来讲诶。哎，咱提证据我看伫遮有无？有，安尼无？我调讲个啦，空一个要互人惊者，讲证据伫倒，你个空白有无？伫遮，来，咱来甲这个讲吼，钱从哪边来足多？咱每年所纳的税金，即个中华民国政府，甲咱每编列37%去做国防外交，逐年咧开冤枉钱，即条钱咱后摆免开啊。咱来提出证明，就是这，刚才讲换证文不够。好、哦，来，后摆这条钱啊，拢交美军去开啊，美军要负责，因为美国因的犯人是司法独立判过来的，台湾是恁占领啊，恁即摆无共派兵去袂使，伊乖乖派兵来只徛的兵，有无？因来只徛的兵，咱个免犯人薪水哦，而且咱要个免买飞行机、免买军干嘛？因家己爱炸来，因炸来就是上好，隔离咱的港口、咱的机场，也就好甲咱付咱租金的啦，安来去差有济无？其实过去不上最变到60%呢，咱纳税金甲人提去开价呢，啊，甲伊买，啊买，佫得落地啊，但可能上好赚。咱大家我即摆讲一个物件，你就知吼，啊，变做总统是毋是做8年？迄八年内底拢无经过案呢？为什么你敢知？国民党诶立委，伫立法院应该做啊，袂瘾落过，袂瘾落过。啊，即摆阿扁啊一直想要甲美国人买，伊无爱要买。咱来知影原因呢？为什么你知无？为什么？哦，啊你，你做生意的哦，哪样的呢？你即摆我即摆总统你阿扁啊，面子都好做，啊即摆通过，互你买，咱可能将阿扁也谈去啊，袂用那过。所以马英九上任了，开始一直买，你看无？当初是美国嘛，一直买有3年，美国人讲不爱买咱，大家无后尾惊死，伊毋是不爱买咱啊，可能是无库存的啊，即摆佫卖得上好个啊，袂用买你。所以国民党想尽办法阿害啊。甲咱哈百姓，你看阿强啊，即摆愈来愈歹。咱美国人买买来要安怎？无要紧，咱即摆想办法来甲法国买拉华埃战，有无？无买就无相谈啦。因成功就是遐巧个啦，拉华埃战对无？这条钱做偌条？过来战后重建基金，大家拢知，世界战争我写个真清楚。亚苏个国家一定要赔钱赔土地，所以啊，建立个国家一定要帮当地人民成立一个人民政府。因为军事政府不能直接管人民，一定要帮当地成立一个人民政府。哦，啊，你现在有编一只战后重建基金，这条钱真大条。当初是有2年去捞上来，你安落地啊？
美国人真歹发，所以到即摆六十几年足大条。钱若去伫美国，无甲摕转来开源哦，会生钱啊干。复利滚存愈来愈大条。即条钱其实阿扁啊过去嘛知呢，阿扁去甲美国人讨一摆，伊讲我是台湾人，我要讨，要讨即条战后重生基金。但是美国人甲讲你毋是台湾人，阿扁讲我是啊，你要证明你台湾人，迄阵无人知讲要安怎证明我是台湾人，用嘴讲。阿扁只会当摕身份证明啊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你中国人，你台湾人，对，无够提议啦，即条咱的吼。过来，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，大家拢知，伊要把台湾宪政废掉，废神废神，在美国人因为一遵照国际法不能废，因为台湾省政府是台湾人民自己的政府，不能废。台湾宪政府是台湾人民的政府啦。当初时吼，国民党都来占台湾人，因何的军政府？因当初时的军政府叫做警备总部，过去台湾人听警备总部卡被卡上顶去。警备总部就是军政府，军政府不能直接管人民啦。建制国写几年之后，一定要帮台湾人民成立一个人民政府，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我听过无？当初是因为二二八的惨案伤严重，美国压迫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袂使用啊，所以改成台湾省政府啦。就是安尼来。未来咱台湾民政府就是衔接台湾省政府，都是台湾人民自己的政府。那军政府呢，也不能用警备总部，老尾无听到啊，改名改啥，你敢知？海巡署，这个叫做他们的军政府啊。所以呢，动神了诶，每年搁编诶两三，昨暝我新闻搁看啊，因一年都搁编500几万，或者加班费。台湾省政府内底拢是这呢，无咧上班呢，安怎有加班费？伊讲啊无啊，啊平时是无创啥无唔对，但是阮若办每次办活动都在礼拜六、礼拜日，所以佫编500几万，逐年2亿外，佫加开一条加班费咧。我昨暝才看到新闻咧，这省内拢足侪钱哦。目前公务人员34万6000几人，足侪伤侪。咱民政府制定了会减半，免遐侪啦，是毋是省遐侪个？咱大家知我顶个月看个新闻哦，讲苗栗县啊。苗栗县政府比彰化县政府的约聘人员啊，较侪三倍啦。苗栗县有乌白开、乌白舞无？难怪你发袂出来。下一个政府发袂出来，应该是陈局啦。高雄市嘛足大条啊！你无看总统选举怪伫倒去了？这边王金平无，你看你同佮讲，这一次的双十国庆烟火吼，我高雄市要办无？陈局佮讲，那我唔敢办，无办，歹办，歹办。大家烧钱的钱无啊？伊即摆轮到高雄市啊，伊为甚物歹歹办？第一，台湾民众要执政啊。第二，无钱，啊无钱是真的。中央提拨2/3呢，高雄市才负担1/3呢。为什么歪放？民众要改嘛，总统选个怪怪嘛，嘛袂选啊嘛。所以就是安尼歪放原因啊，咱也知原因啊。吼、过来民众执政了，也无感觉。一开始会把建议一间一间慢慢的敲掉。到尾也无感觉吼，因为感觉是开出来冤枉钱无好啦吼，也无选举，大家拢知啊，逐年选举，逐年开遐侪冤枉钱，钱也省了真多。好野人拢会节税避税，其实叫做逃漏税啦。好野人后摆拢走袂去吼，各位，若无感觉会惊袂？即摆派人较侪安怎？感觉免惊啦，后摆无感觉啊，因为感觉是唔对的啦。感觉咱大家拢知，咱纳税金，请警察去抓贼啦，去关。关那些小偷哦，去关3-5个月出来变大盗呢？伊内底有功夫啊，啊是不是唔对的？这搞起那冤家相拍，掠你内底关3-5年出来，大家拢恰灵恰风呢，拢乌道的。所以感觉是犯罪的温床，是咧训练歹人的所在，感觉要做啥？就这寡是性格，互大家无较好，是不是安尼？咱内面做兵啊，美国人甲咱顾边边啊，日本人兄弟啊，佮甲咱顾边边，因为咱咱日本兄弟啊，晓得兄弟。70年前共家伙嘛，70年后今仔是共地主的啦。台湾朋友甲日本所有土地拢日本天皇的吼，所以兄弟啊去往欺负，当然会当来告啊，伊即马会当出兵啊，对不？没有建议，我来讲吼，为何没有建议吼？未来公务人员绝对袂使贪污，那贪污唯一死刑。一般八是做较轻的拍5遍，做较重的拍10遍，来较重的20遍，那更加重的变呐，死刑。咱遮吼。放一块啊，变形的吼，让大家稍微看一下。变形有人无看过无？
Kali Sepatan。变形吼。哦，这卡通真水，啊，不能遐会老灰呢，不到尾也得败呀。Dua。基本上这变形嘛真安全，因为伊拢医生伫边啊顾。假设这个歹人呐，犯罪呐，判三个月。假设一个月呐判十遍，就是一个月讲十遍。啊，这讲十遍了，皮皮抓。韦西洋不会伤到他的筋骨，他除非不能坐，不能躺着睡觉而已。伊爱趴咧滚，啊，家己过油啊。那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因的经验是差不多二十外天会好。啊，好是毋是会再倒咧滚啊？足爽的吼。但倒几工的时间到，啊，搁等下讲。迄讲第二摆效果上好。基本上，咱台湾未来社会福利遐尼好，对不？囡仔读册免钱，国家栽培；老大人一个月两万块左右，国家饲；爸爸妈妈嘛两万外块，爸爸两万块，妈妈两万外块，开不完啦。啊，少年人人人看病免钱，大厝拢免钱，敢若趁钱饲家己呢？敢有人愿意做歹？袂好啊，绝对不划算。未来台湾是目前以后全世界上安全、上幸福的国度。啊，这边啊，拢医生底下搞，所以他可以警告，他只是伤到他的皮肉，另外叫人包掉，不会伤他的筋骨。有人讲，嗯，啊，做出来个剁剁针头的，伊就唔敢用头的啊，歹势，无针头搁啊厉害，用骗的，迄是唔对。啊，为什么伊要做出来？他要生活嘛，生活，你个针头剁掉，伊就没无当趁钱嘛，所以迄是唔对，变形才是正确的，变形是正确的。这个应该，这个最近当哦，这个判二十遍的。啊，咱拢在日本时代，咱有定来有一句话咧讲哦，会使走未？那个判出伊会使走未？会啊，会使走啊。啊，走那抓到人喏，你知无？拍个贴，原来是咪讲三个月就好啊，你抓到变六个月，搁走啊？还是判一年，达个月你就爱讲，但系惊到死啊！我相信这人哦。伊若讲完了，伊就就死解脱。我一世人绝对无可能做歹啊！小的福利也好，我狂到要死。你妈妈！我这边呢，袂爱啊，又歹啊，剩卡会救尔。哎，话紧吼。真安全，但你也看出来，在医生拢伫边咧讲，袂讲死人啊。九九六。无这个二十遍我算过，这拄多二十遍。嗯。六百六。啊，袂死人啦，重点就是袂死人，啊，警告尔尔，重点是要警告嘛。你干嘛嘛是警告啊？你唔着，你来关嘛？你警告嘛？但内底煞愈拉愈大条，愈拉愈大尾，只要是生活，大家唔是较好，你咪做好无？做不了。别。你在边啊？另外医生过来啊，弄个边啊搞，好无？基本上安全的了吼，好。安尼，咱过来看，过来看钱从哪边来吼？安尼有看无啦？钱从哪边来？安尼无感觉，你会惊袂啊？基本上，若分析，甲讲个清楚，人就袂惊。伊讲，好，安尼好，靠，要感觉真个训练歹人诶。尤其是这七年，卖叫做总统上食力，你著注意看，七年是偌长。这七年来，闹一个乌大老大翘了，做侪学囡仔拢穿乌西装去祭拜，三千个、五千个，阿不几万个，有看无？卖叫是咧放纵咧，卖叫交给白人是正常咧，因为国民党传统就是安尼嘛。过去老蒋个就是交给上海皇帝嘛，大学生，同款迄厝，伊拢黑道治国。来，钱从哪边来？唔是这样，佫足多。来看吼，万九每年编了四十几个美金，千外亿去照顾一个老农民啦。这省内有真侪钱无啦？足侪钱诶吼。咱诶，伊那个农民啊，当初是1949年国共内战，招收
老蒋是残兵败将，走来台湾拢台湾死的呢，安真巧啦，咱台湾较可以，因来台湾讲，台湾戆戆，咱过二礼拜，台湾大家惊死，即摆留一挂故意哦，做个官的，咱好一个名号在光荣的人民，有无？啊，所以即摆咱简称农民嘛，光荣的人民呢？啊，因提身份证，迄身份证后壁变变的，因提身份证看变免钱，带健身免钱。在农民之家嘛免钱呢，因逐工伫讲咧遛狗咧行棋咧笑伊个戆台湾人做事咧个干痴呢，台湾农民嘛真多呢，咱台湾农民绝对比较多，咱是举地头的农民，一地无共款尔，命运差多吼。来，当年是毋是爱买武器？即摆后壁免买啊，交美国人去开啊，吼。过来，国民党诶立委啊，清一色诶，即十几年来拢咧武器条法案呢。寺庙可以占国有土地哦，五年哦，就地合法。国民党立委领薪水，搁咧污染的土地。民进党内底有十四个，我叫名单，嘛是咧支持这法案。哦，钱足多哦，钱从哪边来？中华民国目前最大的债权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前进中国有去无倒来？表面上讲钱咧借，这钱去无倒来啦。去年的九月份，民进党立委吴秉睿伫立法院咨询一个合伙当处长，讲你有借钱哦，中国人无？伊讲有，啊有担保无？没有。哈，台湾你借钱哦，中国人免担保。用啊，可是他们的财报写得蛮漂亮的，看无？咱台湾人念头啊，有开公司的人免做，你得去请较好的会计师，财报加写较水，去合伙借钱也免担保啊。但是保证借无，因为你是台湾人，中国人才有啦，公然的搬钱啦。这钱有去无倒来啊！过来，卫福部九十六岁万年回猫，每个月要领13万，你要看，这就是咧借都无合理啦。当初时啊，寄生虫防治会，咱大拢知，咱细汉时是咪不当托大，对不？啊，老爸老母看伊个样，哇，这囡仔食真饱，可能真够大，叫放出来拢是粪虫，所以成立这种东西。啊，即摆粪虫也无啊，伊是钱鸟呢，对不？各位你敢知，是安那即摆囡仔为什么无粪虫？文堂暗时偷死的啊！伊咧领薪水，文堂拢兴隆偷死的啦，有影无？啊，兴隆的毒药，农药愈来愈毒啊！啊，互咱去转菜啊！啊，咱个菜靠来食的无？啊，有农药掺杂的无？啊，食了文堂冻袂了，翘去，兴隆偷死的！啊，伊咧领钱吼，无合理吼。过来，这老伙仔袂歹，伊伫新闻有讲，伊讲阮一个月十一个退休了啊，每个月去领7-8万，十一个近十年内底讲领多领一亿。比现任的公务人员领较多，伊讲安尼无合理，他也很想改革啊。可是马英九选择不要，马英九都要执政了，选择富人减税，就得人拢建议的，不要贸然实施，要有配套。但是马英九选择跟财团挂钩，好亚人减税有无？过去那遗产税，这好亚人啊扣伊，那超过1亿，是一半50%爱搞政府呢，对不？然后再者吼。哎，即马剩好嘢人讲，别，拢甲恁摕10%就好啊，好嘢人减税，哦，啊，所以即马伊慢去做即几年内底吼，财政已经掏空啊。你甲想啦，李德威你知无？县议员局长，李德威做副局长的时阵，因某伫消防组咧上班，两个薪水加起来21万，但是去互柯文哲甲闹开了，伊连起码是话你做某讲卖做，咱来退休，退休了拢免做。两个阿婆加起来还阁19万外，啊！这些叫你借都无合理啊！很多地方的制度不合理，非常的不合理啦吼。过来，你看吼、哦，政府违法开后门哦，63000的中国人吃我们的健保啦！各位大家拢在立健保卡啦，你啊一个月两个月，别个来看嘛，一时给你锁卡，你袂使看呀！哎，中国人，中国的学生叫做陆生啊！你来这读大学哦，每个月政府也去编了一份补助3万块，啊，台湾的囡仔大家都要自己贷款，你看何必？你看哦，健保卡这借都无利啊，咱咧立因咧看免免钱，啊，来这读这大个去补助3万块，啊，咱家己的囡仔拢要自己贷款，按加债。家债有台湾民众，后摆民众执政了，助学贷款免还，囡仔读册拢国家栽培，对不？啊，唔是合理。啊，福利遐济变啊，
就是拢是啊，咱有几挂资料看，钱从哪边来？甲伊讲，啊，都换面政府，换政府啊，无人要相信啦，要有证据吼。过来，你看哦，钱我袂开无，行政院发言人是年薪6000万，变那个七十三个啦，敢一发言人啦，要食头路来来遮印啦，做侪人咧22K，你甲看，这个年薪6000万，甲除以73个人啦，每个月嘛差不多6-7万咯。啊，重点是唔是6-7万咧伤多，是足多无咧做工过，要信无？来。这个叫做高冠英，有人唔捌伊无？高冠英啊，伊讲啊，我是高级外省人哦。我虽然喝台湾水、吃台湾米，但是我住住伫恁这鬼岛吼，足委屈的，有无？臭屁到要死！所以他已经被停职一阵子。当伊要退休的前一个月，国民党的高层的啊，甲安排去台湾省政府，去台湾省政府哦。咱拢在台湾省政府都无业务好做嘛，业去遐。关公去遐度假一个月尔，爽退，每个月领8万块，领一世人。所以这边的足侪专家讲啊，中华民国的迄个负债已经超标了。即届如果什么人来做总统，拢救袂起啊！国库所有所在拢掏空啊，拢掏空啊，包括这边的股市、股票博啊，遐严重看无。都谢金河啊，财政专家谢金河讲，伊咧讲拢有咧研究嘛。伊讲即摆股市足侪散户拢断头啊！啊，断头了是毋是无法通去博啊？开始博嘛吼，无通博了，伊个厝个贷款，免喏无钱好立。啊，无法通生活，要借钱嘛借会出，要无钱好立，无钱好立会倒，对无？所以即摆厝价开始咧落啊，你看无？落啊真严重哦！我讲台湾民众执政了后，有很多行业会升级，有很多行业会没落。我简单讲了。人人有双大，即马厝价炒到不行不算，干那市场机制、自然机制一直落来啊。台面政府执政了，人人一间双大，各位你看厝价会跌袂？跌真严重吼、哦！阿要安怎？阿家了解？我定讲，昨天讲，阿迄人个生意人免了解，生意人图的是赚钱嘛。他如果不了解台面政府，他会投资失利袂？会袂？伊赚了钱去投资房地产啊，拢你了去。我在拼一世人，一夕之间无去，所以后摆台湾人民会足侪人，若无了解民政的人哦，他没有心理准备哦，会心理不平衡。所以后摆台湾民政执政了，有足侪行业也会升级。我偷偷讲一项啊，伊个精神科的啦吼，心理医师、咨询师哦，嘿足无用哦。那是无，咱想着知嘛，唔是换政党，唔是政党轮替呢，是过政府换呢。当然，换是对台湾人来讲是好的啦，台湾过好日子嘛。但是吼、哦，希望台湾人唔忙成贫惰了，应该嘛袂台湾人真骨力啦。哦，来，《天下》杂志伫台湾做个调查，34000人哦，哇，348万人的台湾人哦，穷忙族，月薪不到3万块，就得22K，民众消费力减小吼、哦，小老板啊，撑不下去，大家拢关门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领到3万块，假设领有3万块啦，台湾人就真艰苦，看无啦。领到3万块，伊必须爱立健保卡，爱立囡仔学费，爱立厝租，那无就立贷款，唔是买厝就租厝嘛。爸爸妈妈一个月3500块，我拄只讲，敢若啉汤嘛无够，敢若啉汤无够营养啊。我伫遐啉5000块3天，也无人家饲咱只大男，今物换饲老爸老母应当的，所以家己。你还是笨了了，通通叫做穷忙族，叫做月光族的啦。啊，好朋友开店，同学开店，咱拢无法通去啊捧场。为什么？我只能偷偷的躲到跑去夜市啦消费。因為夜市啊较俗啊，大家嘛喜欢捡便宜。为什么即摆夜市啊生意人愈来愈多？为什么塞进去的人愈来愈多？就这个原因嘛，台湾人已经活袂落去啊。啊，但是活袂落无要紧。我拄只讲啊，台湾人的韧性足厉害。能够适应任何恶劣的环境吼，所以看到这，大家人拢知吼。过来嘞，过来看一段片吼，叫做我看罗淑蕾好啦，罗淑蕾放一段啊。罗淑蕾是目前国民党的立委，现任的。伊去年86，8月份来咱家。有没录音？没录音，只有录音而已。继续讲。
我在当会计师的时候，我都跟，不过这个话我也跟马英九总统讲过了，也不怕人家知道了。我都跟我的客户，跟我的亲朋好友讲说，怕不赚钱，不要怕缴税，缴税是我们国民的义务，也是我们的光荣，能够多缴钱很好。可是我来到立法院哦，看了这么多胡乱的预算以后，我改变了。我都跟人家讲说，一兆你就尽量造了。这句还有听到没？重点是这句啦，税金一兆尽量造啊，好，安尼好。伊就是咧讲重点啦，伊过去做会计师的时候，他是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理事长唯一一个查某的，吼、哦，伊拢咧做做小。伊拢甲亲戚朋友讲有无？免惊纳税，纳税纳入这边啊，是毋是赚好多？结果来个地方哩，伊做两年的职位，伊用看到这个国家安尼乌白补钱哦，伊改变了有无？伊甲亲戚朋友讲一句话，有听了无？税金会走的尽量走呢，会走的足多人听无呢，讲啊不要操，当然啦，卡巴伊拢走袂去啊。我旁边啊，怎样？遐侪人大家情形无同款，无我一个一个教，足多人摕到这条钱，接到税金单。这条钱要立厝租的，要立囡仔学费的，足侪人选择去立税金，迄就是会走的啦，免啦走，讲袂完啦，对无？好，啊，过来，咱来看，你张先生外好用，洪淑娇，伊比讲。我今天咱的那个中华民国的迄落啥，伊就外交部都收着啊，伊搁叫什么？哎呀，他不承认啊，他等于败诉啊。苏娇，苏娇，苏娇，你个讲你提身份证去美国？哦，身份证哦。嘿，身份证要通关的时阵哦，足简单的，其实安怎讲，阮朋友听同情，我想讲咱会讲较久啦。后壁我想讲，啊，咱身份证足好用啊，我都提好伊啊。啊，其实我拿给他的时候，我也好像不好意思啦。阿姨，安那提去电脑安尼求一个对无吼？伊双手举僵全，伊讲我钱讲啊提给我，我头一摆拄着安尼啊。阿姨甲我讲，你行对边啊，迄个通道行。啊，我跪的时候，我想奇怪，安那免脱衫，免脱鞋啊，啊嘛免手举遮悬对无吼？啊，他就让你通过。啊，那刚才比过来通过。对，啊你一般的民众对无，拢伫遐排队排几波，伫遐脱鞋。都爱外套脱起，手搁举安尼，啊！我先旋转门，搁在扫描无过时哦。啊！我今仔日有啊，来，各位有看到重点无？为什么海关会甲职工？咱爱讲讲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讲话这张申请重点是毋是后边四字？对不？美国公路政府说这张申请100%是美国公安部发的。足多人去试过啊，唔单敢伊尔，足多人试过啊。重点是后壁四字啦，对不？伊看到伊来讲，莫非这个是女军官，佫较强咧，对不？所以咱来讲，这个重点拢也讲出来，人就要相信啦。吼、哦，像拄只有人讲，啊，都换政府就做钱啊，莫非说有足多证据？那这个资料呢，伫咱家应该伫台湾六个州足多军拢有我这资料，恁去到倒拢会使摕随身碟去啊看。啊！早里先去去亲戚朋友兜，就甲讲嘛。比如讲兄弟，我甲你讲一个好康的，啊吼，恁兜电脑借我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你叫恁少年来操作电脑，因为少年人伊直接要来讲，伊还是袂瘾听啦。叫少年拜托来操作电脑，啊，我讲互恁爸爸听。啊，讲完了是毋是一拜托骗两个，老甲少年拢来。所以咱就咧随身地，早里先去行到倒，听讲到倒，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我个人上到遮，大家加油，谢谢。